由咱全国乡亲时代来讨赞大哥，欢迎收看咱的下早时啊一点到三点，咱的孔雀开屏的直播。来，先困来给咱做邀请，来有用的哦，阿伯困起，咱家的各朋友来给咱按赞哈，0659811333，谢谢。你会来，你会情，你的心，让阮真快乐。你来思恋，一杯的香罐罐，好思想想，滴滴的酒酒孤单。人海茫茫茫，有你笑疼疼，我会为你来勇敢。无需要来操烦，我要来心转。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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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算将困难。来，感谢我们的叶云姐，感谢我们的哦，江大哥还没有睡觉呢。来，感谢我们的好朋友，谢谢你哦，准时来给咱收看，谢谢。你的人，你的情，你的心，互阮真怀念。你啊来思恋，一杯的香罐罐，好思想想，滴滴的酒酒孤单。人海中茫茫，有你笑疼疼，我会为你来勇敢。心转，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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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算就困难。来，感谢咱的文明啊，谢谢你哦。来，来，咱收看咱的孔雀开屏的直播。为你来勇敢，无需要来操烦，我要来心转，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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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算就困难。来，谢谢，感谢那个热情可爱的按赞的婆香，谢谢你。来，咱全国乡亲时代，大家透早，大家好哈！又来到呢，会知啊一点的时间咯。来，欢迎收看咱的孔雀开屏的节目哦。来，赶快是直播的哈，赶快是直播的。啊，当然呢，任何需要呢，阮服务的所在，唔免客气，咱的客服专线那个卡，5980000的电话来个卡。啊，唔过呢，外关区的各朋友记得要加06哦，吼，就加06。后来啊，今仔日会当讲吼，伫个咱足济所在啦，拢强强安尼哦。人讲呢，天气多变化有无？啊，小可落寒雨，啊，着积水啊。哦，今仔日有真侪所在拢积水呢，真的真的安尼吼，你若以呢台南来讲吼，就是迄连迄市内吼市区着积水呢。哦，上界热闹的所在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所以有当时也想讲咧，啊，这个落雨有哦吼，人讲雨势若较大的时阵啊，你哦真的要小心啦吼，真的要小心，咱若淹水啦吼。哦啊，所以呢，咱讲咧一开始哦，呼吁咱遮的阿爸阿母啊、大哥大姐吼，要注意哦吼。即卖咧，人讲咧，今天吼，今天就是咧，人讲24节气的第15节气，叫做咧白露。哦啊，大家吼，那透早起来的时阵，你有感觉讲咧，恁家的乌多麦顶面拢有迄水珠啊，有无？吼、哦，敢有？吼、哦，应该有啦，吼、哦。这会当讲哦，这就是咧符合讲咧，人讲咧24节气，吼、哦，第十五个节气，白露的节气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吼、哦，透早吼、哦，人讲咧哦，拢会吼、哦，发觉讲哦。欸，你拢会想讲，啊是落雨呢，无吼，我的车吼，开始拢有迄个水珠啊，安尼吼，其实不是哈，迄是呢挡漏水，
吼，还是当漏水。哎，当讲我为什么要讲安尼吼？听讲哦，这是吼命理专家讲的啦吼。你若透早安尼吼，若甲迄种的人讲吼，这种的白露的水珠吼，甲收集起来有无吼？啊，你若甲立伫个干那底吼，你安尼吼，若准讲哦，感觉即阵啊吼运动吼无甲外舒适的时阵吼，你就甲摕起喷喷的，听讲会当讲吼，除煞啦。哦，这是命理专家安尼讲的啦，吼、哦，就敢那参像吼，咱以前咧行五时水同款嘛，吼、哦，五日这个时阵吼，咧行咧五，人讲咧，迄落因诶，说叫做啥，五时水同款嘛，十二点的时阵吼去行安尼吼，一样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呢，我看新闻吼，咱这个、廖命理专家吼，这命理师安尼吼，足厉害诶，吼、哦，他很厉害。哦啊、所以呢，真侪吼各大呢电视台拢会去遐采访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吼试看卖呀啦，吼试看卖呀，吼、试试看也不错。好来，啊，今仔吼新闻要甲咱大家报告好消息咯，但是吼，这会当讲吼是咱的哦，健保所电话呢吼，伊吼口误啦，哦，今仔日呢回答咱上紧啊，然后今仔我会甲大家更正。哦，其实呢，你若要享用吼这种福利啊，你吼，伊正港来实施吼是伫个呢114年啦，哦，啊，结果伊口误怎讲对明年去，你敢知影？吼吼，这些代志大条啊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大家就来甲做文章，吼、哦，伊讲哦，嗯，进前安尼吼，迄个新北市长当咧提这个案例吼，啊，个呢科批嘛当咧提这个案例呢哦，啊，恁就随便出来。哦，随便出来讲呢，啊，即摆吼几岁吼，几岁吼，几岁了后吼，就免纳什么钱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引起很多争论啦吼，啊，无要紧，今仔日吼这段新闻吼，要甲咱大家报好康，啊，不过呢，是后年开始的吼，是后年开始的，诶，健保署长啊，你吼讲了上紧啊，你吼，好来，啊，但讲吼，搁再来就是安那，哦，要甲咱大家报告就是呢，人讲呢交通的问题啦吼，这但讲呢真侪真侪吼，拢发生过。哦，真侪真侪拢发生过，所以吼、哦，今仔日的新闻爱注意看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搁有咱的天狗日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。这会当讲今仔日，伫个台南市吼、哦，又新增一公了，新增300多例本土的，哦啊，所以即阵嘛，你吼来会当讲昨啦，吼昨呢，有迄呢，咱这医学博士出来咧讲吼，真正失控啊。哦，真的失控。啊，不过这是呢，因为吼、哦、咱的环境，吼、哦、环境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今仔日新闻吼、哦，特别甲咱探讨呢，天狗，天狗咧，吼、哦，啊个呢交通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啊个呢人讲呢这个吼，唔免纳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好来，啊，今仔日吼，人讲呢，这个世界奇妙吼、哦，要带咱大家来对，你敢知影？就是这安徽啦，安徽省九华山，哦，这九华山足有名。哦，为什么我讲做有名呢？吼，这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哦。哦，啊，为什么要来甲咱来介绍呢？这间庙安尼吼，好，上主要是要甲大家报告安尼吼，因为咱的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千秋已经要到啊，就是月底，哦，7月30号。哦，就是呢，7月30号，哦啊，所以当讲吼，伫个呢月底时阵，咱咧进前吼，咱就来介绍安尼吼，介绍呢咱的地藏王菩萨，会当讲呢，伊的道场伫对哦，吼，真的安尼吼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呢奇，来讲呢世界奇妙吼、哦，要带咱大家来看，吼、哦，这个九华山这個、九华山这个所在安尼吼，哦，真正吼、哦，会当讲呢接触到吼，人讲的这個宗教，真的呢，唔知影讲吼，真正世界吼、哦，我哪有真侪所在真水呢？哦，真的真的吼，啊，今仔带咱来安徽九华山看卖影哈。遐总共，我先甲咱大家透露一下安尼吼，总共吼，独独这个九华山吼，这个九华山呐吼，都有99间的寺庙，你看有济无？这个九华山哦，这个山，这个山哦，都有99间寺庙安尼吼，啊，其中哦有一间寺庙叫做地藏禅师吼，足有名，真的很有名吼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带咱来甲看卖呀。哦，啊，这命运的青红灯吼，今仔日安尼吼，要甲咱报七个生肖哈。
这个西上，所以吼、哦、时间我会列较进前，吼、哦、较列较进前。后来白露的节气啦，吼，人讲咧七个西上的时来运转咯，吼、哦，第四名的升官发财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一名的咧，人讲咧财神相随，到底是咧对七个西上，吼、哦，到底吼、哦、这七个西上是对七个安尼吼，今仔要甲咱大家报告，吼、哦，恁的运势。好、哦，就是呢，这七个生肖的运势啊，你吼，哎，希望呢，咱今日吼，咱的大哥大姐吼，咱的阿爸阿母啊，吼，会当讲呢，会当来甲咱来收看完，吼、哦，收看完好，那哎，当讲呢新闻啊，你吼，新闻那么那有互动哦，吼，啊，哥呢，咱这个、健康完那有呢有奖征答，哎、啊，邀请吼咱的阿爸阿母啊，吼，拢会当上线哦，人讲呢，讲对讲唔对拢无要紧，上主要来甲咱做互动，哦，做互动啊，你吼，会当抽168抵用金，啊，这168抵用金吼、哦，你会当。累积来给咱做使用，哦啊，当然啦吼，咱抵用金的期限就是一个月尔俩，吼，保留的期限就是一个月。啊，你若总讲过期，吼，咱就是呢，等同失效啊，吼，这张就弃管啊，吼。啊，当讲呢，无限任何商品，你拢会当抵扣啊，吼，不限任何商品都可以抵扣。哦，直接来跟做一个报告哦。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咱的客服专线来个卡5980020的电话来个卡哦吼。来，啊，咱今麦特别呢，透早时刻一点，咱特别来看新闻啊吼，咱特别来报告新闻。来第一站啦吼，第一站就是呢，咱的健保。对啦，就是这个健保啦吼，第六类哦吼，第六类讲今麦吼，讲要甲编列哦，有剩差不多呢，正百亿，唔免缴。哦啊，到底呢？这第六类是什么？对，第六类哦啊，这也当讲呢，这卫福部啦吼，卫福部这个部长啊嘞吼，今仔日透早啊，不是初六啦，初一啦，暗时啊，伊就来甲咱公布，公布什么货？也当讲呢，这个健保的身份吼，第六类的65岁以上，咱的中价吼，大约啦吼，估计起来吼。差不多，你若第六类吼，咱这长者吼，差不多呢109万人，吼109万人啊嘞吼。爱当讲呢筛检出来哦，这爱筛选哦，要筛选吼，就是呢讲这个所得较低，吼就是呢厝内大大细细吼贪的，吼就是规家伙啊加起来所得较低的，啊是讲呢无呢受到政府任何其他的补助的弱势者，哦弱势者。会当咧专业补助保费哈，啊方案呢本来吼伫咧初六啦吼，昨个暗时啊公布，讲咧伊落上紧吼年底吼特别出炉啊吼，啊明年就开始实施啦，啊结果呢讲者煞上紧，你敢知影吼？大家骂甲要死啊呢吼，真侪专家吼接着安尼烦恼。对啦，因为吼，你即摆哦，安尼甲落去，你啊吼，有去冲击到啥物货？其他的社会福利嘛，对不对？你唔是单呢，人讲呢补助这呢，你有其他，譬如讲呢，种大山山产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个呢，人讲呢，有一寡呢，人讲哦，迄种迄落，哦，做些补助的啦，吼、哦。做些补助的啦吼，一时我煞想袂起来。哦，啊会当讲咧，可能会去冲突着啥物货，其他的吼、哦，有咧受着，人讲咧低中低收入户的啊，吼、哦、低收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你即摆若甲补助落去啊，你吼、哦、有可能你其他的补助你领袂着啊，吼、哦、可能会当互你领，可能会当互你省一笔，吼袂当互你领上济。哦啊，所以这咱讲专家在咧讲啊，你吼，哦，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货？那讲咧，世代国无公平的所在啦。哦啊，即卖咧讲一个上紧哦，吼，今仔叫骂到要死，你敢知影？哦，骂啊，伊怎解嘴？无啦吼，若有通过的话吼，迄落后年吼，较开始实施呀，安尼阁爱等一年，你知无？所以无要紧吼，即马就是咧开始咧探讨啦吼，咱来看一下安尼吼。哦，本来要互大家送一下安尼，结果呢，哇，结果吼，经过吼，大家甲骂了后，歹势安尼吼，114年吼，较要实施安尼吼，来看一下来。做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还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，都不约而同提出全额补助65岁以上长者健保费。6号下午，卫福部长薛瑞元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商讨后，透露长者免保费有望了。未来的方向，哈，会考量针对第六类，也就是这109万人中间，哈，那所得相对低的，而且也没有获得其他补助的。
我们来研议适当的补助方式。薛瑞元指出，第六类投保对象约有109万名，没有工作收入，也没有家属抚养的老人。以无眷属的状况来说，自付保费为826元，将从109万名第六类投保对象中筛选出所得较低，而且没有领取其他社福补助的对象，全额补助健保费，编列预算近100亿元。方案最快年底出炉，预计明年上路。健保的精神是量能付费，越高所得者，那么能够负担的多一些，我们的机制上，那么需要这个维持所谓的量能付费跟弱势照护的精神，那么来做一些讨论。不过，随着第六类投保对象人数持续增加，政府财政负担加重，也可能会排挤到其他社福预算。有多位专家担心出现世代不公问题，恐怕也是相关部会不可轻忽的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吼、哦、啊，甲大家报告啦吼，因即摆要提案吼，提讲咧65岁以上的吼，我拢你若第六类啦吼，佮即甲咱个保险同款吼，你属于第几类？吼、哦，你是属于第几类的？人讲咧，即族群啊咧吼，啊即摆就针对吼即第六类，啊即摆吼就是安那，人讲咧渐渐嘛吼。会当讲咧少子化嘛吼，少子化你即摆用落了吼，怎啊变做少年的负担介济哩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讲哦，这爱哥呢，人讲呢，爱哥提案吼、哦，啊来倒去决议哦，到底要安那较顺势吼，啊本来讲明年要实施，即摆吼今仔日吼，伫个下暗的时阵安尼吼，佮讲啊，呢正讲若有实施的话，若有通过的话，114年才开始实施啦，吼，有啦，大家佮等一下吼，佮等一下安尼吼，有啦，佮等嘛，咱啦等我尔啦，吼，来，好来，啊嘛，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啦，吼，其实吼有真侪县市吼，已经咧改为啥物岁，65岁以上诶吼，人讲咧年长者毋免六件保费安尼吼，有真侪啊啦，吼，有真侪县市啊啦吼，啊，所以咧，你即摆安尼甲用落去安尼吼，是不是呢？有一点。人讲脱裤子放屁啊，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真的啊，吼，因为有真侪县市吼，拢家己啦，吼，因的因县市内底吼，迄个首长拢有咧讲啊，吼，都有咧哦，家己有咧决议啊嘛，决定啊，讲诶65岁以上有无吼？较毋免迄落毋免缴健保费，你像台南就是呢，65岁以上有无？毋免纳健保费啊，我讲安尼敢对？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咧，你即摆是死落去安尼吼，人讲咧，所谓小长吼，提早来甲咱，提早来甲咱实施的，这是要安怎就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吼，直接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哈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吼要来看第二站吼，这危险嘛哈，阿爸阿母啊注意一下吼，不管恁敢是有咧开车啦吼，啊是讲你的时势有咧开车吼，你真正爱改吼，来甲叮咛一下。哦，即下当讲咧，行啊，哦，人讲咧开车上路啦吼、哦，真正提醒吼，大家爱注意吼、哦，阿伯来的，哦，人讲咧机车也好，汽车也好，来哦，屏东都有迄个吼民众来甲咱做分享啦吼，伊伫个家己的吼、哦、行车记录器吼、哦、行车记录器，定定会发现讲咧有迄个汽车的驾驶人哦，哦，即、这个方向灯打拍尔尔，到咧马上哦，伊就要切出来啊。真的啦，有足多啦，吼、哦，真正有够多。来，阿妈要咧注意讲吼，阿伯有车啊，无车，伊就要来甲你撸出来，你敢知影？所以地书吼，即阿伯，吼、哦，人讲咧做阿伯来的车辆，根本都是未负欢迎，你敢知影？有当时啊，真正甲你挤落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其实吼、哦，警方有咧讲哦，那真正吼、哦，你若准讲举证成功的话啦吼，那准讲驾驶人你有这种行为的话，上当哦，会当咧开罚3600块啦，真的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啊，人讲咧，人人吼、哦、拢有迄个行车记录器，哦，啊，你千万茫去做咧这样啊危险的动作。哦，真的真的吼，咱、哦、看一下哦吼，啊，嘛爱甲恁的小朋友呼吁一下哈，来，谢谢。机车才刚起步，就看到前方一辆轿车突然打了灯，就立刻要往内切，吓得直行机车紧急刹车。就看到机车骑士绕过去之后，气得怒打这辆轿车。这个画面那个红好像红线不能随意停车吧？可是那个奥多麦的脾气也是很大，那如果打他这样打下去，也会造成那个汽车危险，也会损罪啊。第二个是他在转弯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后面的来车了。
惊险路口画面还不止一桩，另一段行车记录器同样是轿车说弯就弯，横挡在马路中央，后方车辆险些就撞了上去。民众网路贴上这些经历，还说方向灯与后照镜不是选配，更说不是打了方向灯就是无敌星星，要转就转，提醒驾驶要多留意路上其他车辆。现在在外面骑，不管是骑摩托车啦，或是开车哈。打方向灯呢，应该要提早，让后面的人知道，后面的人才不会这样措手不及。机车变换车道，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之行为，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，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。只是像这样说转就转的驾驶行为，警方就说这已经违反相关规定，更将加强执法取缔，要维护民众的用路权益。好，阿妈要甲咱遮阿爸阿母阿公安尼吼，恁若准讲有骑奥多麦吼，嘛袂使咧方向去咱随拍落去，吼，啊你要咧滑就滑咯，吼，安尼是足危险的吼，真的很危险安尼吼。啊，为什么伊遮生气？你敢知影？因为咧，即个交通规则吼有一条叫做安那，无保持安全距离啦，吼，伊即卖若准讲吼，像用安尼切出来，伊怎啊弄落有无吼？啊，即卖吼来讲的，就是。足大条就是安那，即马就是爱搁呢，人讲呢哦，爱搁鉴定，你敢知影？因为吼、哦、有一条叫做呢，人讲呢不诶无保持安全距离啦，吼、哦，你若为后壁怎啊弄落的话吼、哦，有可能你后壁即台爱去背头前迄台，所以伊会遮生气的原因就是安尼。哦啊，所以咱讲哦，咱只啊呼吁啦吼，咱只个好朋友，你就是呢，你骑车的时阵，还是你开车的时阵，哦，你个方向灯拍落，你也毋茫随滑啦。哦，这真正足危险的。哦，啊，这嘛造成人讲呢，后壁的人吼、哦，真正吼踹一个，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真正会踹到人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大家爱注意一下吼。会当讲呢，人讲呢，七月时啊要过啊，然后大家呢较注意一点嘛。吼、哦，较注意。啊，无万不利，你若真正甲骑落去，有无？今仔日就有一站啊，19岁尔尔，你甲骑落去，吼、哦，你安尼切落，你甲骑落跋倒，后壁一台拖拉机硬落。伊就一名乌虎爱知啊，今仔日一个19岁就是安尼啊。雄雄，这台车切出来有无？爱怎拨落去？你敢知影？拨落去，拨落去了，伊本来要爬起来，爬起来，这个吼大拖拉机来怎啊硬落？一名乌虎爱知19岁囡仔，你啊看卖影嘞。哦，啊，你的良心敢会安？吼、哦，我相信你良心嘛不安呐、啊。哦啊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，真正注意一下吼、哦，尤其是咱的开车的好朋友。哦，不比讲呢，即骑车，哦，骑车是难包体力，哦，啊，你若开车哦，是呢，体包人力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互相呢，人讲呢，礼让一下啦，吼、哦，尊重一下安尼吼，啊，伫遮来甲做一下呼吁哦，吼、哦，好来，啊，即卖第三则新闻吼、哦，又搁是呢天狗日啦，吼、哦，人讲着即个天狗日，我讲真经的吼，即会当讲哦，怎讲？甲咱大家报告安尼吼，四千例嘛吼，就是咱全国嘛吼，即马累计已经咧4000例啊安尼吼，啊，毋过今仔日独栋吼，伫咧台南的时阵吼，就蹦300几例，过一病例出来啊吼，较紧的吼，本土的吼，啊，所以呢，目前吼，伫已经吼全国啦吼，已经累计吼，已经4384例啊。哦，啊，即摆咧公部门吼，即摆结合着咧社区吼，7级吼咧防治当中。啊，毋过伫个安南区啦吼，台南市安南区吼，都有一个所在吼，迄个所在我知影伫底吼，伊个就是安那拢海沙屋，吼拢海沙屋，啊拢无人咧住，真正拢无人，啊嘛无人咧处理，吼啊就放到安尼吼，规个社区太过年热了，我讲正经个，吼啊蚊虫特别高，吼啊蚊蛇啦有够侪有够侪，啊吼。伊本身呐、啊、吼，这厝主拢无要来处理啦吼，啊造成迄个社区有无吼，真正有够太高的太高、嗯。我讲真个，我操，我进前住伫迄只附近嘞，我敢唔唔敢唔知嘞？迄蚊虫真正有够侪，包括迄蟑螂啊、鸟鼠啊，有够侪侪。啊，但是无人要处理，就是无人要处理吼。啊，规个社区放假安尼像个，哦，咱都不要讲，你敢知影吼？啊，即道吼足侪人去用开发。吼、哦，毋是咱咧讲安怎安尼吼，啊你就是毋爱处理，就造成讲哦，真正吼蚊虫有够侪吼，啊咱看一下哦吼。天狗日防治人员对厝内面喷到厝外口详细消毒，都加分袂用酒精。不过安南区煞伫区个网点，互人真烦恼。
这处海沙厝的社区占地是真大，总共有66栋的建物，其中44栋拢是空厝，但是因为地主是消极的管理，现场原本已经是充满各种的大小型垃圾，而且已经有明显的积水，就惊行为并没有稳得住新闻。我们叫是这处铁厂化来开发，佮出动19辆的车处，清除64.4公吨的废弃物，杜绝蚊虫来繁殖。顶头伊个土地有顿的，伊个放落来种物件，废废弃物啊，黑啊啦、淡啦、歹。无得摆啊！规个种挂楼顶的废弃物拢捡来，拢捡来捡来，捡到几只捡去啊！啊，你像阮后日倒，阮着家己的维护环境啊。你啊看，蚊啊呢？啊，清了，蚊啊较少啊啦吼。蚊啊较少啊啦，因为另外搁有喷蚊啊水啊。大雨过了，这一两礼拜是疫情的关键期，市府是全面动员，要求一定要防堵疫情。目前市府是开出1378张的罚单，另外一方面社区嘛发动志工制作幼沙桶，希望在顺德清路的租金之外，更主动的消毒，避免蚊的入侵。那环保局这里呢，也已经开罚7张罚单，引进所谓防疫科技幼沙桶了哈，啊，希望呢。各里大概原则上都布置1000个幼沙桶，来希望协助整个疫情的控制啊！吼，台南市的确诊病例目前是已经累积4384例，但日的确诊嘛超过300例，创下新高。以安南区、东区、永康区上座，台南市里每天嘛严禁呼吁，民众都要配合防治作为，啊无一定会中严开发。记者郑云淡报道。来吼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为唔是讲咧针对台南市尔啦吼，啊因为咧即马台南市吼较严重嘛吼，啊吼所以咧咱全国的吼，咱遮乡亲时代呢吼，爱注意一下哦吼，咱就是爱配合着咧人讲政府吼即个蚊虫的防治法。或者是清人讲咧寻道清沙啦吼，即马咧落雨过啊。吼，落雨过啊，咱就是吼会积水的物件，你着赶紧吼，甲倒倒的清清的。我讲即摆吼，环保局的人吼，加足积极的。吼，你即摆若发现讲呢，啊，你的水盆啊，吼，就是呢，你咧种吼一寡的盆栽，迄个水盆啊，有水的话，伊就先甲你开发啦。哦，这不是讲打台南市尔，这是全国哦吼，所有的吼环保人员拢动起来。哦啊，所以呢，直接甲咱做来做一个报告。恁家吼附近，你着顺顺的，然后迄落会积水的，吼、哦，迄种容器你着赶紧倒掉，吼、哦，你着赶紧倒掉，因为呢，蚊啊有水吼，伊着会生卵啦，哦，伊着会生卵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啊，尤其是吼、哦，恁若准讲环境吼、哦，咱讲真经的吼、哦，你厝内吼，莫伫遐吼囤一寡有诶无诶啦，哦，真正真正，你若囤一寡有诶无诶吼，蚊啊足容易去生卵诶。我讲真个，你若有咧捡迄种回收有无吼？你甲蹲蹲哦好势，吼你甲蹲蹲也好势。啊，若咧够量啊时阵，你着赶紧叫人来请。啊无吼，恁家吼真正有真侪蚊啊！吼啊，尤其是咧即摆吼天狗咧过安尼，所以吼呼吁吼咱只阿爸阿母啊，吼我讲真个，你若有咧，人讲咧有咧收迄种咧，人讲即个回收的时阵，你若真正蹲了上侪有无吼？恁家的蚊虫会特别侪啦。哦啊，所以伫遮来甲咱做一个呼吁，啊，就是呢，即环境，吼、哦，咱着维持吼安尼清清气气，吼、哦、啊，包括呢，哦，莫互伊积水，吼、哦，莫互积水吼，着袂呢来甲咱呢生蚊啊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伫遮来甲咱做一个报告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呢，你若做讲吼，阮你若阮家的迄种手工皂有无吼，迄、哦那个薰衣草吼、哦，你要出门的时阵，你甲抹抹咧，吼、哦，反正迄手工的嘛，吼、哦，迄毋是化学的，你甲抹抹，蚊虫较袂来甲你咬。哦，啊是讲哦，你去呢，人讲呢，去防蚊液有无？啊，不过有诶，防蚊液的蚊啊无啥效哩，哟。啊，上好就是安那，蚊啊，伊上无爱迄种呢，人讲呢，迄种薰衣草的味。哦，啊，你着拿阮有阮家的迄种呢手工皂有无？吼、哦，你着甲抹抹咧，吼、哦，你甲摕个手工皂来抹抹，抹身躯，抹脚安尼吼，出去着袂好叫蚊虫咬哈。哦，啊，伫遮来甲咱做一个呼吁。好啦，啊，即摆吼，咱着要来互动啊呢，吼、哦，来哟、哦。今仔日吼，咱即个互动的题目伫遮呢吼，阿爸阿母啊，恁有以下遮的竞争无？哦，譬如讲呢，嘴大、嘴苦、嘴臭，啊是呢，拉喉的安尼疼，啊是胃的疼，啊是呢，放尿唔好好，啊会闭结，哦啊容易呢，人讲呢发性地，啊容易呢疲劳亚身的这，哦，啊你若无就无要紧，
哦，无就无要紧，安尼吼，咱是来做一下互动。后来上山互动，咱就要抽168抵用金的吼。啊，开奖的时阵，若有得奖，爱回拨转来。啊，若无得奖嘞，逐个月初五二十吼，咱就要抽大奖哈。啊，即马要敲倒一线5986111的电话，5986111的电话吼，来哦，甲敲起来哦吼。啊，若无，咱就讲啊，我拢无，吼，我真正拢无安尼吼。来哦，譬如讲嘞，哦，嘴大喉宽。哦，嘴大嘴苦嘴臭的，这吼那后会安尼疼吼，不三时就安尼，无感冒爱疼吼，安尼胃安尼吼疼疼吼，啊，搁呢放尿黄好好，啊有闭结吼，也是讲呢容易呢，人讲呢崩脑，哦，这个发性地啊，做容易呢疲劳亚神的，这来电话拢来甲卡起来哈，电话拢来甲卡起来，来计时甲试落去，吼5986111的电话吼，啊今仔日呢，敢那原来也无几个卡起来啦吼，无要紧啊，你吼，咱时间吼照安尼跳，吼照安尼跳安尼吼。好啦，啊五分钟到吼，五分钟到，咱就要收起来啊吼。所以阿爸阿母啊，你若有以下这些症状的话，确定啊，男朋友甲你做一个报告。吼，到底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吼造成？吼，你有这症状出来，你敢知影吼？来，黄姐。有有黄姐嘿，是喏啊，我今日第一名啊！你啊对啊，你逐天嘛第一名，你忠实嘞你，嘿啊，你忠实观众嘿。等，那等你啊，无看到你啊，你忙走一堆。什么物件走一堆？我拢伫遮啊。哎呀，我前下我甲讲啊，啊你，我这我今物最近胃无好。胃无好哦。嗯。爱疼疼呗。哎呀，从胃胀胀哦。胃胀胀哦，哎呀，哈，你有这个情形哦，哟，啊，你敢会无卡给我啊？哦，好啦。哦，你卡电话给我，你卡电话敢要困啊？啊，袂啦，我等下卡给你啦。哦，你卡电话呢？我落线的时阵，我卡给你好啊啦，吼，好不？嗯，好。好，好，谢谢黄。谢谢好啊。好，黄姐，谢谢你啊，你好，我黄姐啊，你好。好，拜拜啊，你好。来哦，啊，阮电灯嘛看天道，我看一下怎啊分伊的款啊，你好，怎啊袂记你卡？吼，伊拢逐工拢咧看天道，拢看。啊，我著甲讲哦，过当工哦，中昼较看就好啊，伊著吼无爱坚持要看帅哥。哦，迄天道来哦，电话甲卡起来哈，5986111。哎呦，你知影我咧讲你安怎呢？喂，一个。啊，你即摆是咧？咧救济你，大细声。我想讲哦，你咧看天道哥。无啊，我应该转过个我卡。安尼尔，你毋是咧看帅哥呐？我甲你讲，我若袂当看，你原来也袂当看。来，要无大家无，真正。好来，你有以下这些症状？拢无吼。放尿黄好好啊。诶，闭结啦。哎呀。容易呢发性地啊，容易疲劳。哎呀，你更年期呢？无咧，我性地。更年期袂哪好听呢？啊。更年期袂哪好听啦。更年期也无。无代无钱，发性地要创啊！哦，对啦，啊，我讲哦，这有一个竞争的，最容易发性地哦。嘿，对。更年期。就我无啦，更年期，你定定想想更年期，有啦，我有更年期呀啦，我是到更年期的年纪呀啦。性地无代无钱去性。我跟你讲，这有原因的，好，甲你写起来哈，好来，谢谢啊你哦，好来，好来，搁有人要卡无？那无，我就要甲收起来吼，我那分瓜啦，你哦，来哦，咱这阿爸阿母啊，5986。一来电话吼，啊当然吼，要甲大家做好友啦吼。即、这个时间你也看电视安尼吼，咱尽量电视准较细声啦。真诶啦，真诶安尼吼，较袂去吵着别人，你敢知影？尽量给他小声一点点哈。二来，爱当讲咧，咱只阿爸阿母啊吼，5986111来电话甲甲卡。来哦，恁有以下即个症状无？哦，啊无你着卡起来，着像阮电龙妈咧讲诶安尼。啊，我无。吼、哦，我拢无，即个症状我拢无吼。啊，会当讲哦，有迄、那个人讲呢，嘴大喉宽，吼、哦、啊，嘴苦嘴臭，嘴会破空的这吼、個，爱、哦、注意哦吼、哦。啊，搁咽喉痛，啊搁胃痛这吼、個哦，啊放尿黄好好，闭结，吼、哦、啊容易呢人讲呢崩脑，啊是讲呢疲劳亚神这吼、
会当讲咧，你若准讲以下即个竞争的话啦，吼，其实爱注意哈，爱注意。来啊，咱讲咧，等到吼三十秒啦，吼，最后剩三十秒的话，吼，阮就甲收起来啦，吼。啊，其实吼，即个时间吼，有真侪阿爸阿母啊，吼，拢是咧，若讲咧半看啊半困，吼，若讲咧半梦半醒之间呐，吼。啊，当然吼，这嘛袂使甲咱大家吼做一个呢足大的勉强。哦，啊，大家若有咧甲阮收看，阮就足欢喜啊！你，吼，足欢喜啊！你，好啦，啊，咱时间甲收起来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吼，阿爸母也要甲恁大家做一个报告吼。恁若准讲有以下即个竞争的话啦吼，嘴大喉阔，吼，昨有甲大家报告嘛吼，嘴大喉阔，啊，恁哦，迄落茶水有无吼？拢食袂止嘴大济吼，啊，是讲恁咽喉拢会疼，都明明无感冒，但是咽喉会疼，吼，啊，胃会疼。吼、哦，啊，搁呢放尿唔好好，爱闭结，吼、哦，啊，容易呢发性地，吼、哦，容易呢疲劳亚神，其实哦，这是安那人讲咧牙肝火啦。你若吼肝火若旺有无吼，就是有即个症状发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当讲咧确定安尼吼，咱就甲大家报告吼，伫、咧健康的时阵安尼吼，咱甲好好啊搁做一个探讨，吼、哦，到底呢即个肝火吼、哦。其实阿爸阿母啊吼，中医的肝吼，讲肝甲西医的讲肝拢无同哈，伊是无同的吼。你若医呢，你若医呢，中医的概论来讲安尼吼，你就是咧牙肝火哈，吼牙肝火吼，甲呢西医所讲的讲呢啊肝病，迄是无同的。哦，迄理论是无同的吼，啊，所以咱讲呢，哦，伫咧健康的时阵安尼吼，咱甲好好啊来甲咱做一个探讨，哦，好啊来甲咱做一个探讨安尼吼，啊，这咱讲叫做旺火啦吼，人讲呢，人讲叫做呢，阳火有无吼？你的阳火咧倒啦，啊，有一种叫做呢虚阴火，哦，啊个虚阳火有分哦。哦，这拢有分的安尼吼。好啦，啊，家己遮来跟做一个报告吼。啊，当然的新闻的互动吼，咱到遮哈。好，来甲收起来安尼吼。好，来，哎，咱讲哦，即马开始要过来拍拼嘞吼。哎，要过来跟咱做拍拼嘞吼。啊，其实呢，介绍这项物件嘞吼，会当讲来对咱吼阿爸阿母啊吼，恁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。我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吼，咱规身躯拢有需要这项物件，包括咱的头髪，包括咱的目睭，吼，啊，佮包括。什么货？咱的脚头有关节啦，吼、哦，包括咱的关节咯，吼、哦，包括咱的五脏六腑哦，包括吼、哦、你尿尿的所在哦，这拢有需要这项物件。你只要若欠缺去的话，咱人就开始咧退化。安尼知影吼，啊，所以逐工爱来甲咱做补充，啊，到底要哪做补充？其实吼，我捌吼电话卡去，真侪阿爸阿母阿咧甲我讲，啊，我有食呢吼，啊，我食别人个安尼吼，重点来啊，你食别人个，你有做吸收无？吼、哦，你若食了后，照你讲吼，本地你个脚行路会哔哔哔哔，是先酸酸对不对？吼、哦，照你讲，你食别人个。吼、哦，伊若准讲咧有帮助，对你有帮助，你照你讲，你即马袂疼较对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咱得爱有迄个观念，吼、哦，我们要有迄个观念，吼、哦，你咧食别人的时阵，安尼吼，若准讲一直拢无改善的话，倒不如，吼、哦，你互你家己一道机会。吼、哦，你有了你一道机会，吼、哦，即卖南平要甲咱介绍一项好物件，互恁随食随家吸收。啊，真侪阿爸阿母也讲咧，哎呦，我食一段时间了后，真正咧，哦，一寡症状拢改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你吼，下当讲咧，今仔日，吼、哦，今仔日广告了，明仔载就无广告啊，哈。所以阿爸阿母啊，你若下当讲咧，哦，要甲南平咧，哦，斗过这个扛棒，要甲南平斗加油的，咱只阿爸阿母啊，吼、哦，咱免付费的电话，咱来甲卡哈。空八空空空六空七五空来进广告，谢谢。问题：哪些食物含有胶原蛋白？
其实食物当中啊，像是猪脚啊、鱼皮啊、牛筋啊、鸡爪等等，都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。但营养师其实在这边没有这么的推荐大家，为了吃胶原蛋白而大量的吃进这些食物。理由一，在吃进这些食物呢，虽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呢，可是往往呢也吃进了大量的脂肪以及热量，这对身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。理由二，天然的食物中的胶原蛋白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真正能够吸收进去的量呢是超级少。举例来说呢，100克的鸡爪，胶原蛋白含量最多只有1.5克，但其中呢能够被身体吸收进去呢，又更是微乎其微了。理由三，在吃进这么多的食物以后呢，很有可能肚子就装不下对身体来说更重要的一些像蔬菜、水果，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最基本的均衡饮食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只是单单的想吃进胶原蛋白的话，我觉得保健食品中的胶原蛋白会是不错的选择。重点呢是要足量，并且要每天摄取。问题二，一定要吃胶原蛋白的定剂或者是粉剂吗？其实定剂啊或者是粉剂都没有关系，记得这个重点就好，选择水解的胶原蛋白，因为经过水解后呢，身体会比较好吸收。问题三，什么时间吃效果最好的呢？答案是睡前或者是空腹吃，不要在正餐的时候一起吃，这是为了避免胶原蛋白跟身体的其他食物竞争吸收，导致了我们事倍功半。也可以呢，平时搭配水啊或者是柳橙汁来一起吃，因为维生素 C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吸收，所以胶原蛋白最适合的时间点呢，就是早晚睡醒或者是睡前各一包。来，阿爸阿母啊，安尼吼，对啦，就是呢，咱讲的胶原蛋白啦。啊，其实呢，胶原蛋白吼，咱是规身躯拢需要的，你敢知影？但是吼，会当讲呢，你只要欠缺的话吼，人就自然而然吼，就来衰老。吼，这是呢，人讲的胶原蛋白之父布兰特，咱这个博士哦，伊所研究的，伊讲呢，人体呢哦，若总讲衰老的过程，就是你胶原蛋白开始咧流失啦啦吼。啊，到底呢，胶原蛋白是当时吼开始咧流失，其实哦，25岁开始吼，就慢慢咧行下坡啊。但是呢，45岁了后，胶原蛋白每一当流失的搁较侪吼，会当讲呢，每一当就是流失30%。哦，你啊看，安尼剩一丝丝啦尔，所以吼、哦、有一寡竞争吼，咱会产生哦，咱的胶原蛋白啊流失掉吼、哦，咱有一寡的竞争会产生哈、啊。哦，比如讲咧，皮肤会安尼松松老老啊，有无？哦，啊，目睭窟安尼塌塌塌，有无？哦，啊，搁咧撩纹一条一条生出来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面皮安尼吼也袂光整。哦，安尼暗索索有无？哦，啊，即个呢，人讲呢，斑斑点点，一挂血血斑呐，吼，一挂乌斑拢走走出来。哦，啊，包括呢，目睭会安尼打，会安尼斜。哦，啊，若打斜了，你看物件就蒙蒙渺渺吼，就乌乌杂杂。哦，啊，你啊注意哦，阿爸阿母啊，吼，恁的目睭若常常咧打斜吼，会造成啥物货？眼压过高哦。啊，眼压过高吼，伊安尼豆豆甲你挤啊，你的目睭吼，黏咪吼，你若阁无去擦鼻的话吼，会变成安那，人讲咧叫做青眉。哦，安尼怎样吼？所以呢，目睭爱保持吼湿润湿润哈。哦，啊，当然呢，胶原蛋白流失吼，咱头髪吼拢留袂掉啦。哦，明明哦，咱这个头髪哦，咱少年的时阵，咱的暗甲有无吼？啊，食刚好有一个血素啊，吼，胶原蛋白开始咧流失的时阵，哎呦，洗一个头髪哦，规个呢，哦，这个水管内，哦，水管外口安尼，哎呦，遮济头髪，啊，偌济头髪哦，规撮落来，哦，这就是胶原蛋白流失，哦，啊，佮包括呢，咱的喙齿。哦，那讲你做喙齿吼，你喙齿是真好无唔对，但是呢，你的吼，那讲呢，这个吼牙龈。哦，就是呢，这起花，哦，你有感觉讲呢，愈来愈大胖无？哦，伊就是胶原蛋白流失。啊，你若准讲个喙齿胖愈来愈大胖，自然而然吼，你的喙齿就夹袂掉，你就一支一支落起来。哦，这就是胶原蛋白流失。哦，啊，包括呢，你走路比比白白、细细酸酸有无？哦，爬楼梯也疼。哦，人讲上楼梯也疼。哎呦，啊，跍个吼爬起来，迄、那个阿娘袂啊会行袂自然，愈行愈吃力。哦，关节安尼卡卡的有无？这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啊！哦，包括呢，人讲骨头，骨头哈、啊、骨质疏松，啥物叫做骨质疏松？就是呢，人讲呢，骨头含少拍骨去啊！哦，这个胖愈来愈大坑啊！哦，咱啊拢足惊就是安那，就是这个吼，迄、那个骨头愈来愈大坑，医嘱我足惊就是呐，跌倒啦！哦，咱这年长者吼，只要呐，准讲骨质疏松吼，因为骨质疏松跌倒吼，拢咧后半世人大部分咯，拢坐伫
坐段吼，人讲这轮椅的面顶，所以迄就是安那，人讲咧骨质疏松，啊，为什么有骨质疏松？无胶原蛋白，甲你夹掉迄个钙质嘛，一直流失掉嘛，吼。啊，咱到底变哪紧？你敢知影？其实吼，咱的胶原蛋白吼，啊紧吼对咱有帮助。什么叫做有帮助？就是品质的保证啦。哦，啊那阮的胶原蛋白吼，七大品质保证，有世界专利的认证，认证书伫遮哈，这袂当做假质。哦，啊，而且呢，人讲这胶原蛋白吼，足侪妈妈有一个迷思呢，伊讲呢，啊，我食一寡呢，鸡卡鸟啊，食一寡猪皮，迄分子拢伤大哈，咱无法度人啊做吸收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食到呢，迄、那个生态级的。为什么要食到生态级？因为这生态级的，当互咱马上食，马上做吸收。但是外口有讲呢，啊，我到我炖三千哦，我到我炖两千哦，哦，拢讲呢，安尼就做好啊。其实阿爸阿母，咱若要食胶原蛋白吼，爱、哦、注意。就是安那，人讲呢，这数量愈少愈好哈。为什么这数量愈少愈好？因为呢，伊就是呢变成小分子，互恁呢足好吸收的。哦，所以呢，阮的胶原蛋白是做个生态级的，一千道尔顿是上盖世啊。所以马上吃，马上做吸收。啊，而且呢，阮是用着呢专利的加速水解的技术咯，你看。会当讲咧，生生绵绵绵哈，啊，而且咧无胆固醇，无臭臭味，啊，而且咧这热量阁是超低，而且是百分之百纯度的哈，哦，百分之百纯度，啊，即道会当讲咧，哦，阁加入配方，哦，人讲咧配方升级，但是价格无甲你改变，哦，会当讲咧，阮是法国第一大厂，咱的水解胶原蛋白。哦，啊，而且咧，内底有来，人讲咧，即个法国的精粹，哦，咱要爱就是百里芦醇啦，百里芦醇从啥？就是呢，要甲咱锁水哈，阿爸阿母啊，要甲咱锁水，咱的水分袂使流失掉，哦，所以爱靠呢，咱即个百里芦醇，吼、哦，安尼佫包括呢，内底佫有日本的玉米精粹、赛洛美，这个真的，人讲咧，这叫做呐锁水之王啦，哦，锁水之王，啊，佫有呢，咱的链球菌精粹、玻尿酸，迄拢怎样？保湿因子有无？咱脚头有毛需要，目睭毛需要，哦，啊，佮包括咱的皮肤，哦，人讲胶原蛋白一定要搭配呢，人讲即个玻尿酸，为虾米？哦，你若讲呢，哦，即、這个胶原蛋白吼，伊、哦、是更替的话，吼、哦，玻尿酸就是水泥，两个控制会开订单，哦，啊，即道呢，人讲呢，胶原蛋白爱佮加啥货？人讲呢，即个维他命 C， 吼、哦，结合在一起也当产生。所以呢，我有加一件玫瑰果精粹，啊，即玫瑰果精粹吼、哦，你若食落了后是呢，内蒙的四十倍哈、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当讲呢，即道是呢，会当讲配方甲你升级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价小不办，甲你变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讲咱咧操蛋咧娱乐的，迄大家食落到底吼，拢大家娱乐界得志。你来听阮只阿爸阿母啊安怎讲啦，你来听一下来。有安啊！啊，咱要食就爱食法国进口的迄个水解胶原，水解的对，一千道尔顿两分钟靠吸收啦，多好个哦！陈小姐你好，哎，胶原蛋白我有食，我以前吼脚都个薄薄叫的啦，啊，即卖较袂啊啦，食了感觉去便所，我以前拢脚会麻麻，啊，即卖较袂啊，脚都侪，食了袂歹啊。张大姐你好，你真好啦，无这脚踏舞拢会，遐咳咳疼，啊，食食都袂疼。珍珠姐你好。胶原蛋白上好个啦，食只叉门也袂落啦，目睭也足好啦，脚头也足好啦，身躯拢足好个啊，脚甲脚脚底拢足好个啦。美芝姐，哎，美芝姐，脚甲过到脚底拢足好个，你也较好啦。来，邱大哥你好。胶原蛋白进化过个，皮肤了了会当用个较平，我目睭落好会当用个较平。叶小姐你好，你食了感觉安那？较好啊，啊，着皮肤较袂安尼焦焦啊。头顶嘛，甲袂滴滴薄薄啊，啊，头毛嘛，甲袂落啊。有无吼？咱遮阿母啊讲咧，进前吼，迄脚头阮咧行路安尼，哔哔白白、细细酸酸，食一段时间了，哎呦，即、這个症状拢咧，等讲咧，咱做一个改善。来，今仔产品就要来甲咱做一个介绍哈、啊，就是呢，咱的法国第一大厂的咱的胶原蛋白生态瑶，我已经做甲生态啊吼，会当讲咧，即个分包。哦，即个咱讲阿爸阿母啊，吼，内底拢甲你做安尼一包一包哈，一包一包。啊，头拄仔呢营养师有咧讲有无吼、哦？咱逐工就是安那透早吼，会当讲咧透早，大家拢有迄落食豆奶啦，还是讲咧食牛奶的习惯对不对？你若准讲哦，透早咧食咧，早起顿的时阵吼，咱就一杯牛奶有无？大家有咧啉牛奶嘛？哟，啊你就安尼吼，甲透落去有无？安尼一包。一天就是安尼，一包至两包安尼好啊，来甲做保养。
哦，啊，这做甲生生米米哦，阿爸阿母啊，这都唔免拉哈。哦，你啊看，自然就溶解落去啊。哦，自然就是溶解落去啊。安尼一杯满满胶原蛋白。啊，早顿有无吼？食这就足营养啊！我讲安尼甘对哦。来，啊，会当讲阿爸阿母啊，即卖一定吼足紧张，讲啊，这一克到底是偌侪钱啦？阿爸阿母啊，注意听哈。配方甲你升级，但是呢，价效无甲你改变吼。这一克原底就2580块，2580块钱吼。啊，今仔日咯，吼阿爸阿母啊，你只要若准讲卡上线顶的啦吼，卡上线顶，空白空空空六空千五空的电话，咱今仔就是买一克啊，我搁加送你一克啊。这两克啊吼，本钱爱5160块呢。哦，今仔日唔免，咱的会员价就是2580块，哦，2580块钱。啊，有阿母阿公呢，啊，安尼哦，安尼着，安尼一组对唔对？啊，我那个加买一组啊，才会使，才会袂使咧。逐工来甲做保养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家有事事嘛，做伙来甲做保养，翁仔某之间嘛，做伙来甲做保养，来啦吼、哦。啊，会当讲买一送一嘛，吼、哦，买一送一就是咧2580，对唔对？来，阿爸阿母啊，唔得买。吼、哦，唔得卖，今仔日一定要让咱大家欢喜，让咱大家爽，真正呢吼。来，今仔日若准讲甲咱卡上山顶，咱只阿爸阿母啊呢吼。今仔日啊，注意听，你只要若卡上山顶的，咱今仔就是呢，两块啊。你若卡有通，空八空空空六空七五空的电话，同款。会当讲咧买两块啊，我阁加送你两块啊来，有生意无？等于是呢，我那同款2580哈。等于是呢，你买一块啊。2580，我搁加送你3克啊！敢有人生理安尼做，绝对无。我讲真经的阿爸阿母啊，这会当讲呢 ，VIP， 大家拢是阮的 VIP， 阮台湾艺术电视台的 VIP， 所以较有这个价效。我讲真经的哦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平平要食胶原蛋白，恁家己去思考一下。恁有咧食北京的，我知哦，但是恁有去思考到无？恁有咧食别人的胶原蛋白，为什么？恁为什么要食胶原蛋白？你想一下嘛，脚头乌磕磕，对不对？啊，恁食到即阵啊了后，你犹原是脚骨搁咧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无去做吸收。安尼听我的意思无？所以今仔日阿爸阿母啊，吼、哦，相信难平，相信你家己一道。今仔日就是买两克啊，搁送两克啊，2580。我讲正经的，哦，真正赞的。喂，你搁来，阮的新朋友。我要一组。你要一组吼、哦，你真正赚到啊！你今仔日呢2580吼，买一克啊，我搁加送你3克啊，你真正赚到。哦，啊！你电话卖挂吼，咱新朋友来，我赶紧的哦，坐坐咱阿爸阿母啊，我讲正经的吼，会当讲我知影讲哦，市面上有真侪胶原蛋白，我嘛知影吼、哦，但是你有想到无？你有咧食胶原蛋白的当中，吼、哦，你是因为啥物原因去食胶原蛋白？比如讲咧，脚头乌的哔哔叭叭、细细酸酸，啊，你食别人的吼、哦，到即阵呐，有改善无？敢有？哦，你家己呢？去想看卖呀。哦，啊，你若准讲无改善的话，我讲正经的，阿爸阿母啊，你今仔日给你一道机会，哦，你给咱家己一道机会，哦，你家呢试咱的法国第一大厂，哦，咱的胶原蛋白生态，咱的粉包的，哦，啊，会当讲呢一克啊，内底拢30包。哦，一克啊，内底拢30包，啊，我拢甲咱做甲咪咪咪哈，哦，生态级的啊，会当讲呢分子上介细啊，1000道尔顿，互咱大家随食随吸收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咱逐工就是安那，一包至2包，哦，安尼来甲做补充，哦，食一段时间了后，你会发觉讲呢，哎呦，我较早吼，迄脚头乌行路拢会哔哔叭叭。啊，安尼生生帅帅，啊，行一个逼一个，行一个逼一个，有无？会疼，真正疼啊，到站袂掉，迄就是胶原蛋白流失掉，哦。啊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哦，会当讲你若有这症状的话，你赶紧的来甲做补充，哦，一天就是一包至2包，哦，安尼来甲做补充，过来了后，你就发觉讲咧，哎呦，阮的胶原蛋白真正赞的，哦，真正腰到的。而且100%纯度哈，100%的纯度，袂臭臊，嘛无胆固醇，也袂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哦。啊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当当哦，你目睭安尼干，会安尼涩的时阵哦，你就爱赶紧来做保养啊哈。你就爱，喂，咱的邓宇大哥吗？
哎、欸，我要一组。你要一组哈、哦，太好了！我的邓宇大哥真久无看到你啊呢哦，今仔日就是呢买两 K， 我搁加送你两 K 啊哈，2580-2580块，啊你电话卖挂哦哈、哦，我叫小姐给你留一组啊哈、哦，我叫小姐给你留一组，所以阿爸阿母啊哈，你买哎就是赶紧的，明仔载无介绍啊，哦，这个好物件明仔载无介绍啊，因为这是法国的。哦，法国第一大厂诶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吼、哦，会当讲咧，这物件有够少诶少啦，吼、哦，真正物件有够少诶少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平平咱要做保养，吼、哦，咱要做保养，吼、哦，咱来食吼有感有觉诶，你食迄个无感无觉诶是要创啥？我讲真经诶，啊有诶，吼、哦、有诶讲咧，恁较早咧买迄个胶原蛋白有无？安尼一罐的，迄有无吼？啊，拢安尼卡咧，安尼卡来卡，卡到尾啊，有无吼？迄罐顶壳壳啦，吼、哦，迄罐胶原蛋白顶壳壳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要甲食的时阵吼，你着用迄汤匙硬咧揢，迄叫做氧化剂啊，哦，迄叫做氧化剂啊。甚至于有诶胶原蛋白做干呐，迄刮拍开有无一个臭臭味？啊、哦，鸟诶，我唔敢食，吼、哦，我唔敢食。啊，当然呀，加了钱诶，所以为虾米吼，我甲恁做安尼一包一包，吼、哦，做安尼一包一包，人讲咧买食较透就好啊，吼、哦，买食较透就好啊，啊，而且这携带又方便啦，吼、哦，携带又方便啦，吼、哦，带着走，吼、哦，你着呢，行到底补充到底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这法国第一大厂诶哈，法国第一大厂诶，咱诶胶原蛋白已经做甲生态级诶哦，1000道尔顿。1000道尔顿哦，外口面拢讲咧，伊2000-3000吼，我会当讲大大诶，足大声甲咱大家报告，阮诶道尔顿1000尔尔，哦，为虾米做1000？因为咧，阮有迄种咧水解诶技术哈，哦，水解诶技术可以当做加呢，所以阿爸母阿伯伯，咱要补做补充，哦，咱要胶原蛋白补充，哦，咱着爱食上好诶。哦，这不是讲咧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我咧学了我家己的做好。真侪阿爸阿母啊，因为咧脚头乌，比比白白细细帅帅的，食甲吼，即嘛袂啊，甚至有诶目睭吼会安尼打斜的这，吼、哦、嘛是食甲咧有改善呐、啊。哦，而且咱只阿爸阿母啊，有咧落头针的嘛，讲咧，哎呦，我这头针即嘛吼乌闪闪，哦啊真订单。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阮物件的好啦，哦，所以呢，阿爸阿母啊，伯伯，咱咧做保养，哦，伯伯，咱要做保养，胶原蛋白对咱身躯真正足重要诶，咱规身躯拢有需要胶原蛋白，包括咱的头髪，包括咱的目睭，包括着咱的关节，包括咱的骨头，而且阿爸阿母啊，恁最近咧行路有安尼感觉咧，安安安无？屈落，迄个叫做硬硬硬，有无？屈袂落，因为硬，哦，这叫做呢韧带绷紧哈，哦，这嘛是因为呢，人讲呢，哦，这胶原蛋白，哦，叫欠缺去啊。阿爸阿母啊，你闹这种硬的竞争哦，你唔茫硬骨啊，硬甲骨落，嘿憋去哦，嘿憋断去哦，唔是我咧甲你吓惊，哦，唔是我咧甲你吓惊。哦啊、所以呢，你若准讲吼，迄关节有无吼、哦？你要鼓的一个，吼、哦，你着温柔啊鼓落，你蛮作硬的时阵，你硬甲鼓落，迄韧带会掰断去哦，哦，迄韧带会掰断去，所以吼、哦，迄嘛是胶原蛋白流失掉啊哈。所以阿爸阿母啊，你若有这症状，你着爱赶紧来甲做补充啊，一天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，哦，一天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。哦啊，所以你爱赶紧嘞，我广告时间哦，剩40几秒尔尔，剩40几秒尔尔，所以你要爱，恁爱赶紧抢。今仔日就是买两块啊，我搁加送你两块啊。哦，会当讲咱的介绍有够嫩的啦，哦，真正有够嫩的啦，2580，你若像这种品质的，这种品质你2580，你敢买会到？你绝对买袂到。这完完全全就是要回馈给咱这乡亲时代，对阮台湾艺术电视台的疼惜、甲鼓励。所以呢，我的广告时间剩最后的10秒，吼、哦，咱这阿爸阿母，恁得爱赶紧卡、赶紧办啊！明仔载我就无广告啊，吼、哦，空八空空空六空，请我讲法国胶原蛋白生态来感谢，谢谢。
有任何什么问题吼，恁会当利用这个时间电话卡入来哈，空六五九八六一一一的电话来个卡，吼，赶紧来个卡。哦，空六五九八六一一的电话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电话拢卡伫白嘿，喂你好。就爱来入天，世间的好汉一定爱有骨气。啊，心爱的鼓励甲支持，我用心拼落去。吃苦是成功的锁匙，期待早日回向你。心爱的鼓励甲支持，我用心拼落去，予咱你着爱来立志，予你过着好日子。咱这阿爸阿母啊，安尼吼，真正听南平安尼讲了后，吼、哦，真正对咱家己爱有信心。我讲正经的，我知影吼、哦，市面上有太侪太侪遮的物件咧。但是吼、哦，你有当时你去阿想，吼、哦，你食因家的，吼、哦，不管你食啥物人的，有应效我拢甲你恭喜。我讲正经的，有感有觉我拢甲你做恭喜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迄种无感无觉的时阵，麻烦一下，吼、哦，真正麻烦一下，爱予咱家己一个机会，吼、哦，啊嘛爱相信人品一道，我讲真经的，吼、哦，你逐工就是一包至两包，安尼甲做使用，吼、哦，安尼甲做补充，我都甲伊讲过啊，吼、哦，一段时间了后，你就有感觉讲，欸你较早遐吼，奇奇怪怪、生生帅帅吼。遮的竞争吼，敢那吼有较无啊哦，啊惊咯有较软弱啊哦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呢，阿爸阿母啊，吼、哦，我都讲过啊，啊毋是开恁两万几啦，吼、哦，啊毋是开恁二十万呐，嘛毋是开恁两万呐，吼、哦，我讲正经的，吼、哦，啊都轻轻松松吼，摕一撮仔钱来做保养，
哦，人讲这叫做欠健康本。哦，安尼知影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有头拄仔吼，咱只阿母阿咧讲吼，啊哦，我若甲你定讲吼，讲许啊，迄落迄家庭老师的红包有啦，拢有甲你教哈，哦，拢有甲你教，啊，互你做参考，吼、哦，啊，互咱大家做参考，啊，互恁大趁钱哈，互恁大趁钱哦吼，人讲你有福食得，啊，无福食失。吼、哦、啊，看咱家己呀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搞不好呢，看看呢，哎呦，看一个先机出来，你敢知影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阿爸母啊，你哦，有任何什么问题，吼、哦，要给咱做服务的，你拢免客气哈，拢来电话来甲卡。啊，阮哦，阮素珠姐啊，你吼、哦，哎呦，还袂困呢吼，来，啊，找着我，吼、哦，好来，感谢哈、啊，好来，啊，即摆哦，咱就要来讲健康啊，你吼，人讲的健康介重要。真正健康介重要滴个，我为虾米安尼讲？因为吼，咱若准讲吼，身躯有钱，吼，但是呢，无健康个身体，咱嘛无才调去开遐个钱，吼、哦。嘿，你若准讲个，哦，遐个钱，吼、哦，你来当个运用，叫做呢有价值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准讲呢，你拢无去个运用，吼、哦，你来往哪当？人讲呢，拢伫厝，吼、哦。我着甲伊讲，我有一个妈妈吼。伊讲真，我讲真，伊真正瘦甲剩钱，伊真正瘦甲剩钱，但是伊身体无健康，伊无在调吼，为因兜安尼吼打出去到外口。伊讲哦，我空有这些钱有什么路用？吼、哦，钱对我来讲只不过是纸尔尔。伊讲哦，我足想要出去外口行行，我足想要吼出来国外，吼安尼行行游山玩水。吼、哦，这妈妈厉害啊！这妈妈吼是高雄女中毕业哦，高雄女中毕业的，伊是吼，足早吼馆长的左囝啦，吼、哦、我讲正经的，吼、哦、爱、啊、精通五国的语言，五国英语来讲，吼、哦、啊迄种啥，迄叫做什么语言呐、啊？就是呢拉丁语，伊嘛会讲哦，拉丁语哦。啊，佮落会当讲英语嘛，讲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日语嘛足好讲。我讲正经诶，精通五国的语言，吼、哦。啊，毋过伊讲诶，我就是瘦甲剩钱尔尔，啊，我身体无健康，吼、哦，即个钱对我来讲拢无效，拢无效，因为用袂着，真诶啊，用袂着。所以伊讲诶，迄是怎？迄毋是呢？有价值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阿爸阿母啊，吼、哦，钱到底咱要偌济靠搞？但是你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无？你有想到讲吼，啊，咱有这个钱吼，咱的身体拢无健康。今仔我当去找一个妈妈尔，迄、那个妈妈嘛是规工拢踮厝啊。伊讲我脚头都无力啦，吼，我要去倒。我有钱啊，但是我着脚头无力啦。所以健康有重要无？有啦，较无重要。后来啊，伫个吼新闻的当中，甲咱大家做互动有无吼？人讲咧，嘴大、嘴阔、嘴臭吼，包括讲咧放尿黄好好有无吼？啊，搁咧闭结咧济。哦，啊，搁会胃疼呐，喉疼，这，哦，这拢会当讲咧，迄叫做咧牙关火啦，哦，迄个牙关火啦，哦，咱内底吼即拍火咧倒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有当时你咧牙关火时阵，人个性地有无吼、哦，会容易咧暴躁，哦，啊，而且咧会安尼吼，感觉安尼吼疲劳亚神，哦，爱当讲咧，即、这个茶水有无，吼、哦，拢食袂止嘴干，啊，即、这个时阵要安怎？人讲咧，自古以来有无吼？咱台湾有一个国宝吼，啊嘛是咧，人讲叫做森林的红宝石，啊，这叫做啥？牛樟芝啦，牛樟芝啦，吼，啊，这有珍贵无？有，真正有珍贵。啊，但是我要甲阿爸阿母啊讲安尼吼，即摆咱来看一段影片，咱较转来好好探讨。但是你爱好好啊，好好啊看，吼，你爱好好看，哎，看了后，咱较好好啊来甲咱做一个探讨了。那我呢有奖征答，吼，跟咱大家做互动，啊，咱来看影片一下哦。1995年，牛樟芝首次由张东柱博士定义为一种新种，之后相关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的展开。前10年的相关研究都与牛樟芝的培养方式、生长条件最适化相关，抗癌药理基准的探讨也不少。所以很多人就想，哎，我是不是用这个菌？就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培养，得到同样的成分，所以很多人用这个液态发酵，大概2个礼拜可以得到不少牛樟的这个牛樟芝的菌丝体。另外有一些用固态的发酵，
啊，像用大麦啦或其他五谷杂粮类培养的，它也会长出牛樟脂的菌丝体，也会有一些牛樟脂子实体里面的成分，或多或少也可以来运用。待牛樟脂人工培养技术开发成熟，研究重心便转移到牛樟脂的内含成分上，就是它的有效成分。当初是锁定这个三萜类，但越分析呢，越纯化就越来越多，所以呢，牛樟脂的这个天然物成分啊，现在已经发表大概应该有这个，137种以上。学术界普遍认为，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抑制癌细胞的功效。如何将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善加应用，落实于牛樟脂的产业发展，甚至进一步朝新药的开发迈进，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。来，吼，咱这牛樟脂，其实吼，大家拢对牛樟脂吼，拢真了解呀啦，吼。这当讲咧发现的时阵，就是原住民做爱啉烧酒的哩，吼。结果吼，你就知影吼，迄台东有无吼？咱讲原住民做爱啉烧酒，就看到哦，这个好处哦，吼，就甲找。吼，做迄牛樟脂吼，起来食，食食煞解酒安尼，吼，所以呢，大家着去遐做研究安尼，吼，哦，这牛樟脂哦，原来当抗癌嘛，吼，而且呢，对着吼咱即块肝有无吼，真有帮助啊，吼，但毋过呢，但是吼，要甲咱大家做一个报告吼，即摆呢，野生的吼，野生的牛樟脂真的取得不易，因为迄即摆吼。咱这野生的吼，差不多拢互迄山鸟鼠吼，差不多拢完啦，用了了去啊啦吼，啊，佮加上啊啦，这个保育类哩吼，所以呢，你要处置吼，人讲这野生的牛樟吼，真正足困难的啦，吼，准做吼，伫咧外口面，你若看到这個有无吼，你嘛感觉，人也甲伊讲吼，这正港的牛樟脂，你嘛搞不清楚，你敢知影？吼，你也搞不清楚，所以呢，要克服着呢，这個、牛樟。这野生的牛樟到底咱是要安那个互伊延续落去？来，这单讲的医学博士嘛咧讲啊，吼，即马上介好的就是安那，就是安那固态栽培，有两种方式啦，吼，就是一种就是固态栽培，一种是液态栽培，这是要安怎吼去分？你敢知影？其实哦，你若总讲的固态栽培吼，咱讲正经的，吼，咱需要呢120天。百二天等于是4个月嘛，一季嘛，啊，不过呢，伊培养出来的，这个呢，人讲这个这牛樟有无吼？伊甲野生的牛樟脂，迄三萜类是相像啊相像，内底成分是相像啊相像，啊，不过再看技术咯，再看技术，而且成本真高。你若像头拄仔博士咧讲的，即马外口面毛迄个液态培育啊，要7天到14天就会使啊哩，但是伊无法着处置吼，甲野生同款迄种的三萜咧。为虾米？因为吼，伊的培育的时间短啦，咱这爱长啦，为虾米？因为呢，人讲有一寡商人有无为着要趁钱，所以呢成本较低嘛，培育的时间吼14天尔尔。就会当呢，就有一个呢，人讲叫做牛樟脂有无？但是伊内底无三萜咧，安尼怎样吼？所以会当讲呢，咱若用固态栽培吼，这牛樟这活性，内底三萜咧活性是稳定的，而且是完整哦，完整是处置吼牛樟内底的精华。完完全全是处置伊内底精华呢吼。当然啦吼，咱若讲到牛樟。其实吼，你干头要安尼食吼苦啦，有诶讲咧，迄牛樟苦地地，我是免哪食。来哦，即卖现代人吼讲究就是快速啊方便吼，咱甲做像咧，人讲饮料安尼，好，真正安尼吼，即个当讲咧，特别为着吼咱即个现代人诶需求来甲咱做设计，叫做牛樟脂精能饮呐。这当讲哦，用到吼，咱这台湾第一位这个专利的原料技术啦，这靠技术的哦吼，咱浓缩萃取，咱浓缩萃取，萃取啥物货，就是牛樟脂的子实体跟菌实体啦，两种阮拢有，两种阮拢有，所以呢，你若准讲呢一罐，咱若准讲啉一罐的话啦，真正满分。佮内底佮有甲你加啥物货了？枸杞，咱拢知影枸杞就是咧面目嘛，面目佮兼益肝，你敢知影？
哦，啊，内底个虎头菇，哦，啊，个刺五加，这拢哦，真，人讲咧，真顶级的，吼，真顶级的，吼，一寡咧，人讲咧，这药材，吼，拢做伫个内底，哦，啊，而且吼，阮甲做加呢，安那，你敢知影？啉落了后是顺喉的，哦，啊，而且啉落了后是回甘的，袂苦涩哈。阿爸母啊，不比恁咧食迄牛樟子安尼食了淡一下，哦，你苦得得啊，迄边啊食会落，吼，啊，咱家做上安尼，吼，安尼一罐呐，安尼，吼，一罐安尼，吼，啊，咱就方便的当使用啊嘛，吼，带着走啊，吼，包括即马有无吼？人讲秋天到啊，做到冻火有无？阿爸母啊，恁有做到冻火无？来，我去甲伊讲。食一罐啊，有真侪阿爸母啊讲咧，吼，我若咧动火的时阵吼，嘴打嘴苦嘴臭的时阵吼，即个茶水，人讲当食茶水吼，食袂止嘴打。我来讲，阮的牛樟子吼，即个智能饮你甲食，真正足顺喉，而且落来即个吼会回甘啦，吼袂苦啦，袂苦涩啦，甘甘啊啦。哦，甘甘啊呢，啊好食好食，啊你若冰起来阁如何食？哦，冰起来阁如何食？啊，当然市面上吼有真侪吼，人讲呢，即个牛樟芝机能饮呐吼，啊，毋过哦，介绍拢无俗哦，阿爸阿母啊吼，介绍真正拢无俗，有这個，啊有这個，有无？啊阁有这個，有这吼、個，啊有诶，你若总讲呢，哦，直销诶品牌吼，一罐差不多拢呢，九十块至百一块啦，安尼一罐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其他的品牌有无吼、哦？一罐吼、哦，会介绍差不多呢，75到呢120块一罐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造成讲呢，有诶讲呢，哎哟，这个介绍哦，我较会开会落。其实哦，阿爸母也该报告吼、哦。你若准讲伫阮台湾艺术电视台吼、哦，你毋惊啦。吼、哦，外口面有遮侪吼，人讲呢一罐吼、哦，动辄就是90。哦，啊无就是百二，哦，我要甲你报一个好康诶，我讲正经诶，哦，啊明仔载你注意看节目，哦，明仔载你注意看节目，保证吼、哦，互你呢，会当讲呢，人讲呢，一个吼、哦、硬币，吼、哦、一个硬币哈、啊，我先甲你讲安尼吼，一个硬币，吼、哦、你就会当享受到呢，人讲这牛樟子诶机能饮，哦，这会当讲呢乳酸，吼、哦，你会当讲这脑后。好，即个然后吼，愈来愈回甘，你敢知影？愈来愈回甘，啊，即吼冰块上好食，冰块介好食，哦，啊，而且吼，阿爸母啊，你有想到无？7月30号吼、哦，要到啊呢，吼、哦，这是呢，迄间嘛爱拜拜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哦，若咧拜拜的时阵有无吼、哦？饮料，吼、哦，恁拢会穿咧可乐，啊，无就是汽水。哦，啊，这食久会安怎吼？大家嘛拢知影，迄内底有吼加真侪糖，有无？啊，佫有一寡有诶无诶伫内底，倒不如恁厝吼，若讲夹一箱啊，夹两箱啊，吼、哦，啊来甲落去拜拜，吼、哦，啊拜拜了后，吼，大家吼，咱厝内底诶人佫会当食平安、食健康，吼、哦。啊，而且呢，佮对吼、哦，咱一寡吼、哦、上班族的吼、哦，上班族有一寡吼、哦、少年的有无？吼、哦，人讲咧爱上班啦、啊，爱应酬啦，有无？即个少年拢毋知影人啊顾，吼、哦、啊爸母啊，恁着传一箱两箱，啊，互迄少年的吼，逐工安尼甲啉一下，啉一下，啉一下，吼、哦，当做饮料安尼甲啉，吼、哦，即伊会当接受啦，吼、哦，即少年会当接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着互啉一下，啉一下安尼吼，互伊顾。吼、哦，啊，佮包括吼、哦，咱一挂运将司机有无？运将大哥，吼、哦，开车开咩车？哦，做疲劳，做亚神的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拢会去啉咩阿比比有无？人讲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啊。吼、哦，你倒不如人讲做某的吼、哦，较贴心的有无？来，一罐啊，互咱翁婿扎去的，吼、哦，增加伊的体力啦，消除伊的疲劳啦。哦，啊，搁再来哦，吼、哦，那准讲哦，即卖外口面有无吼，真侪粉尘，吼、哦，空气介歹，吼、哦，咱所接触到的，啊，爸母，你敢有想到，吼、哦，咱所接触到的一寡化学的物件，拢为咱的腹肚内底入去，啊，送咧帮咱排毒，肝咧帮咱排毒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的肝爱顾啊好势啦，
哦，肝爱顾啊好势，哦啊，所以呢，伫只哦，甲咱大家来甲做分享哦，吼、哦，今仔日哦，咱的健康吼，甲、哦、咱大家来甲做分享吼、哦，牛樟芝能饮。好来，啊，今晚吼要来有奖征答呢，吼、哦，来有奖征答，来，爱当讲哦，头先甲咱大家做一个探讨嘛，吼、哦，咱这牛樟芝的功效，吼、哦，伫叨位，吼、哦，咧功效啊，伊有真侪太侪好处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包括吼、哦，咱是变哪敬，吼、哦！野生的即马袂使啊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！野生的即马拢保育类啊，吼、哦！你若做讲吼，你去共测迄野生的吼，迄、哦、叫关哦，迄叫关哈，迄袂使，吼！迄、哦、保育类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会当讲诶，有足好的方式，吼、哦！啊来甲咱培育，吼、哦！来甲咱培育。哦，啊，他做工作多啊嘛，吼、哦，来大家看起来哦，来江大哥还袂困，来江大哥讲一下牛樟芝的功效伫哪位？嗯，迄就用个肝，嘿，肝较歹啊，啊，一寡癌症啊。哦，用过目睭啊。嘿，过一寡啊，退肝火啊。哦，退肝火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搁一巴西。哦，对，嘿，综合的啊，未歹啦，未歹啦吼，啊，你有食到无？伫咧隔壁台咧食甲冰过啊。安尼吼，啊有好食无？好食啊，伊迄个柑橘类，迄个苦味都压掉的。对，赞的啦。啊，就是去互柑橘压掉的。好，对，有影，嘿，啊赞的对唔对？哇，系啊，会当甲。会当甲参考落哈，哎呀，袂歹啊，袂歹啦吼。我甲国语在买粒啊。安尼吼，啊，毋过靠食食呗。啊。靠食食呗。还有针灸啊。嘿呐，啊，靠足好个啊，你若简单。我针灸甲针的也是咱个头盔路啊。哦，头盔路啊，哦。哦，啊，头盔路都，好啉啊，都阿姨过啊。安尼吼。一靠啊。哦。袂苦啦吼，你来苦甘苦甘嘛，甘水底个盐嘛袂啊，我讲偌苦啊。对啊，你若像。你妈熬啊苦啊，你嘛好啊。啊，你若像我安尼，逐工安尼温一罐啊，温一罐。我较早个，那一工了啉两三罐嘞。安尼吼。嗯。好啊吼。啊，这着甲我名有关系啊。对啊吼。嗯。好，安尼甲参考落哈。好。啊，你若有需要，电话就落来哦。好啊。好，感谢阮个江大哥哈。喂，你好啦，我的黄姐。喂。黄姐姐，嘿。哦，可是好物啊，可是好药啊啦。真的，这是属性。啊，我当初要找迄种药精的是足少呢。真正足少都对。足平呢。对。啊，再抗癌。嘿。啊，肝无好的人啊，上吃。哦，对。我来这。熬枸杞，熬火头菇，熬刺五加。嗯。食落来回甘。对。吓，啊，一罐啊，食咧方便啦。啊，有影啦吼，啊，包括你若咧嘴干、嘴渴、嘴臭的时阵有无吼？对。啊，是咧动火的时阵，你甲食一下。有食过啊。哦，你有食过啊呢？有啊。哦，对啊。哦，较早拢嘛爱食过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你若甲摕落冰。哎啊，搁有吼，一撮仔时间两分外啦吼，伊就讲吼转来转去，伊就咧看天道，啊，就来转来转去，确定啊，就转转来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呢，牛樟芝的功效吼，大家拢知影抗癌呐，吼，这已经有足侪吼医学博士安尼吼，会当讲来来甲咱证实。而且哦，啊爸阿母啊吼，这牛樟芝对咱的腰椎，原来真有帮助哈。哦，这不是我咧乌白讲的，这会当讲是呢中央诶，这吼、哦、是迄落啥长庚医学院一个医生，吼、哦，会当讲甲这个研究发表伫个啥国际期刊呐、啊、哈、啊，已经证实啦，哦，这个牛樟芝对咱的腰椎嘛介好滴个，哦，啊，而且这个牛樟芝，咱拢知影对肝嘛介好滴个。
哦，人讲呢，肝啦无好，人生是乌白嘛；肝啦好，人生是彩色的嘛。我讲安尼敢对？哦，啊，平常时啊，咱就安尼吼，靠食饮料吼，安尼就一点一滴安尼吼，啊来家保养。哦，我讲正经的啦。哦，啊，包括呢，阿爸阿母啊，吼，你若有咧动火的时阵。哦，你若咧嘴焦、嘴苦、嘴臭吼，也是讲咧不三时吼，嘴哎呀咧破气，哦，也是讲咧放尿黄好好诶，吼爱闭结咧，吼、哦、你拢会当来甲咱啉咱即个饮料，吼、哦、啉即个饮料足赞诶啦，甲你讲有够赞诶赞啦吼、哦，明仔载恁就知影，明仔载我就要介绍啊哈，好啦，啊时间行到遮吼，咱就甲收起来。收起来，哦，阮阵呢，毋嘛，搁走去看天道啊，吼、哦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爱当讲哦，咱的有奖征答到遮啦，吼、哦，到遮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有需要来男频吼，要来甲咱做解答的，咱只阿爸母来要来探讨有奖之个啦，吼、哦，咱拢电话拢会当甲卡，咱的互动电话就是598611的电话吼，当卡入来来甲咱做咨询咯，好来，啊，即马，是的，是的啊。是的，你放尿啦！哦，你放尿呢啦！哦，好放尿啦！好啦好啦，讲者讲者来。对，嘿，好放。中中这都袂歹啊！哦哦哦哦，我啦，是啦。有有有。啊，这个过关，我都有买两箱的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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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吼。是哦，我都咧食的。食了口感啊，口感啦吼。啊，食先食，讲会苦无啊。啊，不过咱大人食了，就口感口感袂歹哩。啊，伊唔叫我靠人食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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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好，啊，甲你写起来哈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阮只阿母啊，你吼，来辛苦啊啦吼。伊为虾米早爱放尿，你敢知影？因为吼，较顶下伊要来看世界奇妙啦吼。来哈，啊，咱的和平健康站到遮哈吼，来甲收起来。好，来，啊，咱即摆吼，会当讲咧，咱今仔日吼，迄落世界奇妙吼。嗯，我看卖呀，你吼，到时间老时间，咱就来唱一下歌咧吼。无啦，无啥时间啦啦，吼来，好，咱直接吼来进入着吼咱这个世界奇妙。那阿爸阿母啊，你今仔要带咱大家来打位安徽省九华山咱的地藏禅师。吼、哦，因为呢，地藏王菩萨吼，咱的生日就要到啊嘛，吼，就是呢7月30号。哦，啊，其实呢，伫咱的中共吼，这个安徽省吼，这个、九华山，哦，啊，搁咧山西的五台山，哦，啊，搁咧浙江。吼、哦，咱即个普陀山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呢，迄个四川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峨眉山、峨眉山，吼、哦，叫做呢，这四支山，吼、哦，起用吼，咱个中国个佛教，吼、哦，称，人讲呢，称作啥物货？四大圣地啦，吼、哦，四大圣地，吼、哦，啊，九华山吼，伫个安徽省，吼、哦，磁州市，吼、哦，啊，青阳县。哦，啊，你若去甲看有无吼？你若到遐吼，你看迄支山呢，哎呦，迄山吼是安尼有够水的水，吼、哦，伊个风景是安尼吼，外尼啊赞的赞，吼、哦，啊，包括吼伊一寡的人文的景观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拢甲融融做一体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有呢，当然第一山之称，啊，其实吼、哦。会当讲有咧修的咱只阿爸阿母啊啦吼，你拢想要前往去到呢？人讲即个佛国的世界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吼、哦、即、這個、九华山吼、哦，就是大家吼拢足向往去到遐，因为吼、哦、伊的所在吼，真正你一入去了，你就感觉足庄严的啊，吼、哦，你就感觉有够庄严的庄严，尤其是佮加上透早、哦。透早迄个吼，人讲呢，晨钟暮鼓，你敢知影？吼，晨钟暮鼓，吼有真侪吼，佮内底佮有真侪上清的，哦，拢咧修法的，吼、哦，咱一寡呢，人讲呢，哦，道生，哦，一寡呢，人讲僧人，哦，啊，每一个咧修行吼，拢足赞的，所以呢，至今吼，你若准讲呢，讲到九华山，吼、哦，九华山的人讲肉身菩萨。总共哦有14尊呐、啊，14尊的肉身的菩萨咯、哦，哦，迄是吼、哦、全世界上多，哦，迄真正予人感觉讲咧，予全世界人拢感觉讲，哎呦，啊，较会遮厉害啦，14尊哦，阿爸阿母啊，14尊呐、啊，肉身的菩萨，哦，啊，会当讲咧，伫咱的九华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人讲咧寺庙99间的寺庙当中。
上重要的就是呢，地藏王菩萨的肉身宝殿，吼、哦，肉身宝殿呐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咧中国的，人讲呢，四大菩萨当中，吼、哦，佛经内底都有记载啊，吼、哦。会当讲呢，地藏王菩萨，伊是以正刚的肉身投胎转世哦。的菩萨咯，所以伫个九华山吼，嘛是呢，人讲呢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啦，吼、哦，啊地藏王菩萨吼，人叫伊叫做呢地藏菩萨，有人呢称伊叫做地藏菩萨，啊有人讲呢哦称伊叫做呢地藏王菩萨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安怎，伊有一句话吼，人讲呢安忍不动，如大如大地。哦、大地啦，或者要讲公义啦，吼、哦，安忍不动如大地，哦，静虑深思如密藏，哦，所以安尼怎啊得名？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伫个佛教的信仰当中，吼、哦，一点点讲嘞，观音菩萨，吼、哦，文殊菩萨，吼、哦，啊个普贤菩萨，合称什么会？四大菩萨，哦，啊，当讲哦，地藏王菩萨吼、哦，为什么才受吼、哦、每一个信众啊，吼、哦？安尼家敬仰的原因就是安那，因为吼、哦、伊有法愿，伊要救度一切众生，吼、哦、尤其是地狱的众生，吼、哦、伊有讲一句话啊：众生度尽，方尽菩提，地狱无空，誓不成佛啦。吼、哦，这真正真伟大的愿望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地藏王菩萨吼、哦，伊的人讲的大孝甲大愿，吼、哦，足侪人去啊敬仰的啦。哦，啊哦，会当讲吼，咱地藏，我小可甲咱甲咱大家提一下啦吼。其实地藏王菩萨吼，诶，坐骑甲别人拢无啥共款，吼，即只叫做谛听呐，吼，叫做谛听吼。啊，即只吼白犬，伊是一只狗啊，吼，啊，咱拢知影讲狗啊吼，伊天性就是忠臣呐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地藏菩萨怎啊甲修复？哦，甲修复做伊个坐骑，吼、哦、啊，听讲啦吼，诶，历史诶，佛经内底有记载，吼、哦，咱个谛听吼，谛听啦吼，即谛听，哦，一只，吼、哦，伊坐地哦坐咧，伊会当听八百里，吼、哦，伊个声音会当听八百里，哦，啊，你若拍个有无？拍个伊会当听三千里，吼、哦，拍个哦，拍伫个涂骹伊会当听三千里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知影一寡不利。哦，啊，而且会当辟邪恶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人吼、哦，讲到地藏王菩萨，拢真喜欢伊这只坐骑，吼、哦，伊讲伊这只叫做吉祥的象征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看到这只嘛，感觉伊解古锥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哦，地藏王菩萨的生日要教我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人讲呢，愿地藏王菩萨，吼、哦，会当庇佑讲呢，咱这现代的，吼、哦，咱这亲人，这亲友，吼、哦，会当呢增福。吼、哦，会当添寿，吼、哦，咱的生命会当顺利圆满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呢利苦，吼、哦，得乐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呢，人讲呢地藏王祈求，吼、哦，咱地藏王菩萨，拢会当庇佑咱只阿爸阿母啊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哦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会当福乐平安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摆咱就来看，吼、哦，看呢九华山，吼、哦，来介绍呢这安徽省九华山。哦，咱的庙祠包括呢，地藏王菩萨的肉身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佮伊呢有一尊吼、哦、真雄伟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呢铜做的，吼、哦，你看了你唔茫怎下还怎流落来哦，我甲你讲足水的，来咱看一下来。九华山位于中国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。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，香火鼎盛，以地藏菩萨道场驰名天下。自古有着香火甲天下、东南第一山的美誉。历代高僧辈出，从唐朝至今，共出现了十五尊的肉身菩萨，现有五尊可供信众瞻仰参拜。在九华山现存的99座寺庙里，最有名的就是地藏禅寺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当年地藏菩萨在此立下的宏愿，至今仍然感动着世人。
百岁宫，坐落于插销峰之上，供奉着明朝无暇和尚作画而成的应身菩萨。由九华街散起到百岁宫，上下高度落差了223公尺。不过别担心，这里有着世界级水准的登山缆车，能带着你上山登高一览九华山美景。九华山古称灵阳山、九子山，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，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。传说因唐朝李白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，诗西在九江上，遥望九华峰，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，而更名为九华山。相传为地藏菩萨应化的道场，佛教认为地藏菩萨是大孝和大愿的象征。自古九华山风景区以地藏信仰为主，僧庙99座，常开放者有93所，是佛教四大名山中肉身最多、庙宇最多的景区。地藏王菩萨是中国佛教中广为信仰的菩萨之一，肉身地宫是指地藏王菩萨的肉身之所。据说地藏王菩萨早在唐朝时就转世于九华山，执掌肉身地宫。但是这个地宫并不是每年都对外开放的，而是有一个特定的周期，肉身地宫60年一开，这是九华山地藏王菩萨肉身地宫的一个规律。也就是说，每隔60年，肉身地宫才会对外开放，让人们前来朝拜。这个规律也是源于佛教中的一种传统，认为60年为一个大循环。最近一次肉身地宫的开放是在2017年，下一次开放预计是在2077年。届时，无论是佛教徒还是普通游客，都可以前来九华山肉身地宫中朝拜地藏王菩萨。你见过全球最大的地藏王菩萨像吗？全身高达99米，由1000多吨仿18K 合金铜雕塑而成，总造价15亿元，耗时整整10年才最终建成。它就是坐落于中国佛教名山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露天铜像，99米的身高，与九华山99座山峰金地藏享年99岁的寓意相一致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一尊露天地藏王菩萨大铜像。这座铜像设计最为精妙之处在于，它面朝西，背朝东，右手持九环锡杖，左手托摩尼宝珠，微带笑意的面容让人感觉和蔼可亲，昭示众生国泰民安。铜像的主要背景是九华山的狮子峰，远远望去仿佛立于天地之间，颇具气势。佛身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闪，场面异常震撼。每逢春分秋分时节，在阳光和水蒸气的作用下，还会形成独特的佛光现象，让人感觉无比神奇。铜像的底座有3层楼高，每一层都承担着不同的礼佛之用，而铜像本身也是中空的，内部有12层楼高，里面储藏着各种法器和珍贵的经卷文物，一般不对外开放。菩萨像从1995年就开始动工修建，整整修了10年才完成。建成以来，全国各地前来朝拜的信众络绎不绝，佛号绵绵不断。前来祈福的人大多都能所求所愿皆得圆满，非常殊胜灵验。那阿爸阿母啊，你头先看到迄尊吼地藏王菩萨啦吼，迄铜像吼，迄是诶吼足侪年足侪年进前吼，啊你若最近吼，最近搁较水吼，伊全部吼外口吼，包括吼遐个楼梯遐有无边啊四周围吼，拢搁甲起起来吼，啊毋过呢？迄块影片吼，伊无来介绍啦吼，伊无介绍咧地藏王菩萨的由来，你敢知影？哦啊，即块影片吼，尾仔即块影片吼是咧，搁较进前吼，较进前吼的影片吼，啊即块有介绍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吼阿爸阿母你注意甲看吼，其实咱的安徽九华山吼，咱的地藏王菩萨有无？伊就是伫遮吼来发。伊个宏愿，吼、哦、发宏愿，
吼、哦、啊，伊伫个九华山吼、哦，内底会当看到伊个肉身哦，伊个投胎转世嘛，我头拄仔有讲，吼、哦，伊是唯一吼、哦，人讲呢，四大菩萨内底吼，吼、哦，会当讲唯一有投胎转世，吼、哦，有投胎转世有无吼、哦？啊，来修行诶，吼、哦，来到呢九华山修行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个肉身就藏伫个呢。哦，就是呢，哦，可人讲呢，伫个咱这地藏禅师内底，但是这地藏禅师吼，伊是六十单较开放一道，互你看，哦，互你呢，人讲呢敬仰啦吼，爱讲敬仰，袂使讲看，吼、哦，互你敬仰，吼、哦，地藏王菩萨的肉身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哦，伫个呢2017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人讲开放一道。吼、哦，啊，毋过呢，后回咱要看的时阵吼，咱要敬仰的时阵吼，爱等到呢2077年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即马较2023年，啊，搁等几冬啊，真正是有啦吼，啊，真正吼，人讲有，有敬仰到的安尼吼，就是有吼，人讲呢有敬仰到安尼吼，我感觉做幸运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吼，咱拢唔知，啊，阵做咱也知影有无吼、哦？其实吼，咱嘛无法度去到遐。哦，无法度去到遐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老敬仰到安尼，我拢感觉吼，哦，福气满满，因为咱呢，哦，敬仰到呢，人讲呢，地藏王菩萨的肉身，哦，其实有啦，吼、哦，有吼、哦，咱的有一个有一个吼、哦、政论节目有无吼、哦？有一个政论节目有咧介绍，介绍吼、哦、地藏王菩萨，吼、哦、伊个肉身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毋过规寸吼，拢咧讲话，你敢知影？拢咧讲话啦吼，我惊你无兴趣看。哦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哦，即、這个人讲咧，即、這个九华山吼，伊顶面吼有咧99间吼寺庙，吼寺庙内底都有14尊吼，咱个肉身菩萨啦。哦，他主要大概有看到嘛，吼、哦，大概有看到。吼、哦、啊，有四大名山吼，啊，这是其中一支名山。吼、哦、啊，明仔载咱就来咱来报吼，咱来报迄个普陀山，吼，就是咱的观世音菩萨，吼，我安做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所以呢，安徽九华山吼，就是呢，为什么人叫伊吼，人称他为呢地藏王菩萨的道场，就是原来，哦，伊就是伫遮呢，人讲呢原籍的啦，吼，投胎转世来遮原籍，原籍了伊的肉身呢，就是呢供奉伫个呢，人讲即个地藏禅寺内底。哦啊、所以呢，哦，跟咱大家来跟咱做分享啦，吼、哦，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世界吼、哦、就是这么啊水，哦，啊，咱来看着地藏王菩萨，吼、哦，咱拢感觉真敬仰，哦，伊的大孝跟大愿，哦，互咱大家感觉讲吼，咱真正吼，啊、哦，人伊咧修修家安尼吼，安尼咱是安怎呢？咱是叫做学，哦，袂使讲修，爱讲学。好、哦，二来，哎、啊，当讲时间行到这吼，我了我那刷落去吼。虽然恁足爱听我唱歌啦吼，啊，毋过时间到这吼，咱今仔要报七个生肖啊，对唔对？哦，就无时间听着我唱歌，唱了就时间超过啊。后来，啊，咱就直接互命运的星红灯落去安尼吼。来，命运的星红灯哦，今仔要报七个生肖吼，报七个生肖来。咱要报告三个白露节气吼，这个生肖时来运转呐吼。第四名升官发财，第一名财神相随。哦，今仔日哦，今仔日就是咱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啊，白露特别来呀。所以恁空气呢优秀专攻哈，所以呢需要呢注意哦，早暗拢爱添加衫裤啊哈。来国际天气吼、哦，命理风水专家来甲咱指出，包括呢咚咚咚叮叮吼七个生肖，伫个白露期间吼运势颠倒的那小混混哈，唔哪讲呢有即个财神相随，佮有升官发财的机会，所以恁爱好好啊把握掉的吼、哦。咱先来恭喜第一。这个生肖相好的，这个相好的朋友吼，这段期间吼，你拥有呢真强的动力哈，哦，啊哦，拢希望讲你这阵啊吼，得出去外口吼，安尼加行行嘞，吼，加行行，有真有呢，人讲真侪赚钱的机会哦，哦，吼，啊，会当讲呢，哦，人讲呢，借着吼，这个网络佮高等的学习等等啦，吼。啊，会当讲咧，较接近海外，也是讲咧较远的所在的人、事、物来甲咱接触，吼、
尤其是跟女神哦，女神哦，女神，人讲比喻讲女神，有的生了足水的，伫网络足清的，叫做女神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个男神级的有无？嘿，人物吼、哦、建立着呢人脉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呢，你去甲网红有无？查甫查某吼接触，吼、哦，伊会甲你建立的嘛，因为因咧网红足济吼粉丝的你。哦啊、所以呢，一个牵一个，一个牵一个，有无？哦，伊会当甲你来建立着咱这人脉。啊，人脉吼，人讲呢，人脉就是钱脉嘛，对无？所以会当呢，会当呢协助提升运道，嘛有迄种无形的这个磁场甲你加持哦。哦啊，所以呢，咱讲呢，上好的好朋友啦吼，就是讲你若准讲有闲的话吼，你会当加减啊出去外口行行咧啦，因为即摆拢网络的世界啊嘛，哦，网络的世界啦吼，啊是讲你去学习一寡呢，人讲你的专业，哦，啊去呢，网络你要去到对嘛拢会使，你要到外国有无对一个国家的人接受拢嘛会使，你敢知影？哦啊，所以即摆网络吼，真方便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可能吼、哦，咱上好诶，你若准讲咧往即个方向去行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往即个方向去行吼、哦，你诶运势豆豆啊提升起来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直接来讲恭喜啦，吼、哦，甲你做恭喜。后来第二个生肖就是即上家啦，吼、哦，即上家诶朋友吼、哦，伫诶即段期间吼、哦，你有拥有吼真强诶第六感。哦，你的第六感吼，迄、哦那个感觉真准啦吼、哦，啊，而且会当得到吼另外一半，也是讲咧人客的照顾甲帮助，吼、哦，你的贵人就是你另外一半啦，就是若毋是你的翁，就是你的某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咧，哦，你都咧做生意吼、哦，啊，你的人客，你的客户，吼、哦，伊会甲你照顾甲帮助，哦，啊，毋过你要注意哦，吼、哦，只要咧人讲咧，哦，加讲好话啦。哦，人讲呢，好话要多说，哦，啊，甲话讲啊好势，哦，唔是单敖讲话了，哦，爱甲即个话讲啊好势，哦，财富自然就会降临落来，哦，啊，有机会伫咱的青云人当中会拄到贵人哦，所以你会当吼多多去甲人来甲讲交陪伴呐，有无聚会嘛，食饭呐，创啥会，有无交际交际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对你的吼人脉关系吼、哦、有帮助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上家吼、哦，你就是呢，人讲即阵啊，就是安那多说好话，哦，啊，尽量甲即个话讲啊好势，财富自然就会降临。人讲嘴较甜的啦，哦，嘴较甜的啦，吼、哦，嘴甜嘛，讲呢，哦，得人疼。我讲安尼讲对，所以有机会伫个青云人当中吼，拄到贵人哦，吼来甲你做恭喜哦，吼。而来第三个生肖哈，属狗的哦，吼。来属狗的好朋友，这段期间，吼你有拥有呢真悬的人气，吼这阵啊你袂歹，哦。爱当讲咧无需要互家己上大压力哈，吼。爱当讲咧实实在在去打拼，去进行就会使啊，吼啊这阵啊吼。上高的好朋友啦吼，可能厝内吼，人讲咧开销会较大一丝丝啦，但是你慢慢去甲要伊，因为这拢厝内底开支啊，对不对？囡仔开学啊，对不对？吼，也是讲咧贷款呐吼，啊住款呐吼，啊东东西西吼，这拢会开销嘛吼，也是讲咧形容吼，讲车爱修理啦，安怎样啊，这拢是咧一笔的开销嘛吼，哦啊所以你慢慢想要伊，这该开咱就是开，吼啊唔过咧有一点就是安那，咱爱加行善哦吼，多做善事啦吼，人讲咧知福惜福，爱搁再造福。哦，帮助无形的众生，哦，去普渡哦，吼、哦，会当去普渡哦，吼、哦，吼7月30伫要到吼，会当去参加普渡，吼、哦，会当呢为咱家己吼积福德，吼、哦，财富嘛会随后就到。其实哦，帮助无形的众生啦，吼，其实有足侪种的。哦，包括哦阿爸阿母吼，咱互你做参考啦，吼、哦，互你做一下参考的。人讲哦，无形的众生包括一挂动物灵，吼、哦，包括一挂动物灵，吼、哦。你比如讲哦，有一挂吼道场，吼、哦，专门咧超度吼、哦，人讲咧这动物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拢会去参加啦，吼、哦，我拢会去参加。咱家己道行无到遐，但是咱会当去咧，行，就是咧，就是帮助无形的众生吼，啊，甲超度一下安尼吼。
所以哦，唔是讲为着要家己积福德，吼、哦，啊，上主要是呢，我家己对动物我那啊足介意的，吼、哦，我对动物也是很喜欢呐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哎、啊、嘛是无形的众生哈，无形的众生，吼、哦，好啊，伫只来给咱吼哦提供啦，吼、哦，提供济啦，吼、哦，迄有足济发挥啊，吼、哦，你会当去寄付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帮助一寡人讲的动物。哦，超度甲超度安尼吼，好来，啊，即摆呢，啊，我甲讲到第三个尔，来，紧来，上教的吼，来上教的哈，第四就是上教的朋友吼，这段期间吼，伫个团体当中会当得到呢超悬的人气哈。哦，这个钱财方面吼、哦，有突然来的财运哦，真好哦吼，嘛、哦、有升官发财的机会，所以甲名声做好大，会足强的助力。啥物叫做甲名声做好大？就是你可能吼、哦、拍一个抖音影片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去你抖音面顶吼，你就穿啊，你敢知影？人个老家看你就穿啊，真来把名声做大啦吼、哦。就是呢，加减啊去交陪伴暖啦，吼，大家吼、哦、去熟悉你啦吼、哦，但是无建议哦。吼、哦，无建议有足大的投资甲投机哈，吼、哦，无会莫名其妙有一挂开销出来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爱善用吼家己呢本身的钱财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阵做有钱吼，你都唔通乌白去舞弄啦，吼、哦，我那爱秀一下，吼、哦，我那爱秀一下安尼吼，要记得哦，吼、哦，把名声做大吼、哦，就是呢，出门去安尼面子扎一下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发，安尼人就熟悉你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怎样吼、哦，好来。啊，那咱即摆吼来讲到这第五个吼，第五个生肖小猪的人吼，小猪的原来有上榜啦吼。其实伫这段期间吼，财富可能来了会较慢，惨啊！台湾迄条还袂要拼落来啊，运气真正，但是嘛是有收获啦吼。啊，可能得一千两两，啊，得四粒一千，我是讲买菜馆哦，四粒一千，咱买迄种大条的啦吼，咱买土墙，我买土地，要去动物园吧，无啦，哦，啊，唔通以为讲家己吼是咧乌白无用的哈，哦，啊，只要努力吼，就会当掌握到大财。的机会甲权力哦，吼！爱当讲把握掉吼，我那同款是行网络的啦，吼，行海外啦，吼，一款的高品质的，哦，人讲的交际应酬，吼，啊，一步一脚印吼，咱讲的完成着工作，未来一定会当非常的好。但是你讲财运的较慢啊来，我真正是伤心，真正。好，无要紧吼，咱看当时台湾迄条拼落来，咱就咱来买土地啊。真正买一块小块地吼，啊，咱就来做起一个安尼吼，哦，迄、那个浪浪之家吼，我感觉真好哩啊吼。好来，咱即摆来讲到吼，即、這个第六个吼，第六个生肖小兔的好朋友，甲你做恭喜啊！哦，这段期间吼，会自我规划了真好。哦，啊建议就是呢，甲闺蜜就是呢，你的查某伴、查甫伴吼，还是讲呢社团顶顶吼，即、這个群啊来的人吼、哦，就是呢，人讲呢多聚聚，吼、哦，就是呢，我那去聚餐吼聊天嘛，吼、哦、朋友呢人讲相吹嘛，吼、哦、你会得到呢正关的关注，吼、哦、啊个呢支持。哦，啊！伫针对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偏财啦、投资财啦、事业财拢真强。哦，啊！伫咧工作上吼，咱就是爱累积一挂好人气。吼、哦，安尼吼，较会来讲帮助讲伫咱事业的发展呐。吼、哦，安尼较会当帮助呢，咱的事业的发展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阵嘛吼，咱这上头的好朋友吼、哦，哇！偏财、投资财、事业财，拢真强哦，吼，给你做恭喜哦，吼。但是你就是爱累积嘞好人气啦，吼，好人气，吼，就是爱得人和的意思啦，吼。啊，伫遮来给咱做提醒哦，吼，恭喜到咱上头的好朋友。好来，最后一个哈，最后一个生肖上亮的啦，吼，上亮的好朋友吼，伫这段期间吼，你会当将聪明、智慧、口才发挥了真好。哦，啊，有机会赚到不少的财富哦，吼！哎，当讲明财、暗财拢有哦，搁较好，财神相随啦。啊，毋过就是袂使分担啦。安尼知影吼，善良的好朋友，啊嘛，甲你做提醒啊，爱注意哦。你若咧赚的时阵吼，唔茫碰墙啊，讲你吼足侪钱的吼、哦，注意别人会来甲你诈骗哦。吼、哦，安尼知影吼、哦。
所以善良的好朋友啊，这段时间吼，你会累积袂少钱财，但是吼，你明财暗财是拢有啦，吼啊，但是你要小心就是安那。人讲诈骗集团来甲你诈你的财哈，哦，来甲你交朋友，叫你去投资吼，迄拢唔好哈。人讲咧，投资有风险，吼、哦，对，你就知影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好来，啊，这七个生肖拢甲咱大家报告完啦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明仔载阁有哦，吼、哦，明仔载阁有呢新的啦，吼、哦，明仔载可能是五个生肖，啊，可能愈报愈多啊，你真正有影。好来今天命运的青红灯这样哦，跟我们大家来跟我们做分享啊。人说呢，好事来，歹事走，我们大家正财偏财都可以往往来这样哦。来吼，直接来跟恭喜！哎，时间走到这呢吼，准备落山对不对？吼，准备要落山，但是呢落山进前，若要做一件代志吼，恁可能会甲我拍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敲电话来咧吼、哦，所以呢，防止着呢，即个纠纷当中，我知影要开奖啊，要开奖进前安尼吼，若讲落山了后，若要找男品的吼，上下底迄支诶电话甲记起来，5980000的电话，咱着甲记起来，电话甲落来互男品。哦，会当讲呢，有代志，咱就是呢，比如讲呢，对那商品无清楚、无了解的，你要甲敲吼，5980020的电话来甲敲吼。好来，啊，即马吼，咱就要来抽奖啊呢吼。今仔日安尼吼，差不多三个起来啦吼，袂当伤济啦。无三岁啦，这个时阵，这个阮阿华这个时阵拢咧困啊，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若要叫伊甲咱支持吼，着爱用赖的，你敢知影？搁爱甲写甲硬硬硬的，也咪啊，偌辛苦的。来，阮阿华拢互困啊，拢互伊困啊。伊最近要搁去进香啊，拢互困啊，莫甲吵。好来啊，啊，咱即马吼要来摇奖啊，有滴爱甲爱起来回播哦吼。来阿爸阿母啊，呢吼，咱这旁就是两个啦吼。来恭喜啊，恭喜第一位的好朋友。啊，咱若蒙到中好的，咱搁真蒙哦吼。来第二位的好朋友，好来，今麦要来揭晓啊哈，要来揭晓。来，今仔到底什么人会得吼？来各位观众，阿娘为阿娘为。阿娘喂吼，来，啊两张拢你的啦，咱顶留一张啦，哟，你一个人茫讲占的两个名额啦，哟，来啦，我看一个哈，来恭喜啊，哦，恭喜着黄姐吼，恭喜着黄姐，来黄姐，干嘞，阮顶两五嘛来卡起来，来哦，电话甲卡起来啊，啊江大哥吼，你的嘞名单咱就欠伫个大摩彩箱吼。哎、欸，咱再来呢，二十再来留大奖，好来，黄姐，点两五嘛，电话甲卡起来，来哦，赶紧的哦，咱来有始有终哦，吼、哦，才不会半路失踪，吼、哦，爱当讲电话赶紧啊卡起来哈，哦来啊来啊，喂，一个有算无啦？有啦，有啦。其实吼、哦，我做这旁你偌好钓的，你敢知影？你来，你偌赞，十几工拢无钓。对啊，你看即马拢硬，咧甲你蒙硬，咧甲你蒙，你要看卖呀。啊，你当会买来？哈、啊，有啦。买来。啊，你啊，你安尼公开伫咧2300万人当中，安尼甲我招，安尼敢钓三加半枚啊？来，好来，来哦，黄姐，等电话卡来吼。好来，啊，咱一边讲吼，一边等啦吼。吼、哦、啊，当然吼，今仔日安尼真感谢咱只阿爸阿母啊，来甲咱做听笑哈。啊，嘛咱的新朋友，咱讲真敬的吼、哦，我们有我们的新朋友。吼、哦、啊，当然啦吼，人讲咧看这个时间吼、哦，1点到3点的吼，拢、哦、是看缘分啦吼、哦，真的是缘分啦吼。吼、哦哦，大家拢有伊的生理时钟嘛吼、哦，咱阿爸阿母恁拢有恁的生理时钟，咱嘛袂使上甘勉强进吼。吼、哦、啊，当然吼，人讲咧有缘分，咱就会来相看。哦，咱就来小看。后来，爱当讲咧，每一工哦，伫咱台湾艺术电视台吼，1点到3点，就是咱的孔雀开屏的节目。
哦，啊，伫遮会当讲感谢吼，所有咱的阿爸阿母来甘做收看，哦，爱当讲今仔只感谢就是呢，阮的达波老师，和阮的行政小姐吼，拢真辛苦。最后伫遮哦吼，要代表着呢，阮的台湾艺术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，啊来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和咱大家拢会当大赚钱，谢谢，感恩大家。